来，各位请就坐。我们党团的助理可不可以帮忙call一下委员啊？两点到了。立法院没有三这么少的，这种提案在这里不要谈了。拜托拜托，再帮我们找一位委员来。没有啊，我觉得如果是为了应付公务嘛，大家讲好就20案。准备太空中心。等等，那个再等一位苏巧慧委员。巧慧被我们打断信号，就我们其他人。谢谢蒋委员，有您真好，您到了我们就可以开始了。谢谢。我跟你讲好话，你等下 nice 一点哦，嘿。快点。好，我的个性很爽快的。79到80。来，我们现在开始进行了，79到87，太空中心。79到87。来，吴志耀委员，来麦克风，拜托麦克风。就是我的是83案，但是可能跟很多委员关切的都一样了哈，就是我们的福卫5号，巴拉巴拉巴拉，未来的福卫7号，巴拉巴拉巴拉，节省时间。所以其实我们都很担心，我觉得今天审预算你们要讲清楚一下，因为我知道你们都跟美方有谈，我也据说好像有一定的谈好的结果，可是我想要的答案就是发射的启程是什么时候。第二个，我们
可能启动的这个违约赔偿有没有可能？好，照理讲，它好像最高是7000万左右。那我们去总是要争取我们最大的利益啊。我们这段时间国土遥测的困难，然后要去跟其他国家来借、来商借，我觉得这个东西造成我们的额外的支出有或没有？所以我这边是请你们讲清楚，就是动1亿元，然后一定要把福卫五号的事情讲，跟立法委员、教育文化委员会讲清楚，要报告清楚，好不好？那给你们简单说明，有好多案都是这个。好，来跟委员报告一下，福卫五号的发射哈，现在目前最新的就是上次火箭爆炸哈，那他们现在在大概在这个时候，就是12月初会送到他们有个飞安委员会，他跟飞机失事是一样的调查。飞安委员会呢预估2个礼拜，这是他们的期望了哈，所以他们希望在12月底。美方对，2个礼拜怎样？就是 SpaceX 那个公司，对，希望美国的飞安委员会能够在2个礼拜核可，他们能够恢复发射。好，期望2个礼拜。所以如果期望 OK 的话，可能就12月中、12月底会恢复发射。好，那台湾又是排在 first priority 还是在 second 还是 third 还是怎么样？然后你们的预估明年的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哪一季？对不起，主任，我当立委也才一个多会期，你们已经 delay 了3、4次。因为这些我一定要问清楚，还是有它的风险性，我们还是以任务成功为优先考量哈、哦。所以我想任务早该成功啦。好，讲重点，然后呢？好，所以我们未来是什么时候？假设它12月底能够恢复的话，我们会尽量跟它争取。到底是目前排定的，我们是第一，因为刚刚院长好像是在说第二优先顺序才我们，是不是？那我想哈，最近目前情况是我们应该会排在第二个哈，但是因为后面有第二个是什么时候？70个任务在排，我们是70个任务里面排的第二个发射的顺序，是这样吗？还是第二批？没有，这个并没有很清楚哈，因为我最近要去跟他们开会，就是要把这些东西讲清楚哈。因为它有2个发射场，然后它有生产的一些问题，所以他们也是。所以你现在还讲不清楚是什么时候可以预期吗？我没办法，我们就要永远这样子无止境的等待。没有，我们会争取我们的权益，我们一定会争取我们的权益。那废话嘛。对。所以明年的什么时候你都不知道，那对不起，我预算只能动啊，动到你最少清楚告诉我们时程是什么时候可以发射，要不然我怎么知道你在美方面前是强而有力的争取，还是？听人家的，对不对？主任已经失去耐性了，我相信很多委员都失去耐性了。是，我想，如果、啊、好正常的发射，你第一个部分的期程安排，我并不接受你的说明，我觉得不够清楚，也不够强势。第二个，回答我问题，我们的违约金有没有要？那个要有，一定会依照发射完以后，一定会依照发射完才能够启动。这个违约 delay 的这些，对，因为现在还在 在合约上面嘛、嗯、他们并没有违约，他只是要付违约金而已。嗯，所以如果整个发射完，那我们会跟他结算。你承诺就是会去结算，一定会的，那是一定会的。就争取结算最高的赔偿的这个金额。第三个问题应该是要实际的时间。第三个，在这段时间，福卫二号瞎了，五号又等不上去，我们有没有额外增加多少预算去支应现在的国土遥测的需求？其实额外支应的预算即使是没有的。我对紧急的方面是没有的。那 routine 的呢？不，对不起，对 routine 的没有哈。好，对紧急的话也没有，因为对紧急过去呢，我们跟一些国际的救灾组织都有很好的关系，但是我们也增加很多的成本沟通啊，去拜托人家啊 share 这个，那个没有很多成本，因为长期我们都有这一方面的合作。好了，我觉得主席他那个我是很客气的动1亿了，因为你那个期程大家都关心，你有清楚的谈清楚发射的期程，我们再给你考量动支的时间。好，吴思瑶委员提议了，那我们现在先请苏巧慧好不好？我想我这边是同一幕了，那理由其实也一样了，那所以就是给招委才是节省大家时间。好，那不要其他委员来张委员。我有提案了，我动了，我比较仁慈了，我只动1000万了。那我的，我很残忍，请支持我的残忍，这件事我们一定要残忍、就是这个、对他仁慈就对我们是残忍、这个、我们要先问一下我们的冻结这个预算跟发射的这个预算相关预算有没有相关？有，
你们现在编有关那个福卫五号七号的这个上去就是发射的预算，明年度是编多少？三亿多，那主要都是付SpaceX 五号，七号是美国负责的，所以我们并没有。那你们之前不是就已经编列了吗？一直都没有发射吗？啊，对不起，那是保留款，对，那是保留款吗？保留款，那个不是新的预算吗？不是新的预算，对不起，那是保留款吗？是保留款，现在保留三亿多了。对，今年是多少？今年是五号并没有编回，五号在今明年的话已经退场了，所以并没有预算。对七号，那七号呢会有七号大概有三亿多，有三亿多，对，是保留的还是新的？新的，那个是新增的，那是新增的，有在106年度里面吗？有。那、啊、你旧的都还没办法做，你新增的编这个有意义吗？不是，那个是不一样的，那是七号，还在发展，七号还在发展。对对对对对对。我想哈，我支持冻结一部分啦哈，那、啊、这个金额多少就让总对让招委裁决了哈。来，各位其他委员有没有来？如果没有其他。来，黄国书委员，我这很友善呐、啊，350万而已。好啦，那就那个，我们现在政策上要不要发展低空轨道？第三期太空计划，我们会考虑这个问题。那个低轨道的卫星哈，其实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也讲很多年，但是好像我们太空中心从来就没有在评估。因为福卫五号，你看，美国那边做一点点，那个整个期程稍微延宕了哈，就影响到我们整个的哈卫星的发射计划。那现在在上面了，完全没有哎，现在完全没有哎。那现在要发射福卫七号，那也不晓得什么时候。五号也都五号到现在也都还遥遥无期哎。五号现在期程是怎么样？期程。那其实哈，我觉得哈，以台湾目前的状况，就发展的那个低轨道的卫星，其实我们是有机会的。我们第三期太空计划，我们会把这个列入考量。会列入考虑，可不可以把低轨道卫星纳入你们的评估，然后给我们书面报告？不，那个因为这现在全旗舰计划有，旗舰计划就有啊。你打航空旗舰计划，你我们的预算我们就都没有啊。这样了，给主席裁决了。我这个小小的50万而已，你的关心不影响你的那个，考虑了哈，好不好？我是建议了，50万而已啦。不是，我是建议啊，哈，我们这一个太空中心9亿多冻结1/10啦，然后书面报告回答给各位委员，刚刚大家所关心的还是福卫五号、福卫七号啊，还有这个吴思耀委员所关心的那个时程的问题哦、啊。那还有在我们上一届提过太空法哦、啊。这样子的一个修法一个草案哦，那当然这一届还没有人提出来，不过我想科技部哦，既然有太空中心，我们身为我们国家的层级，要有提出我们自己的太空法的一个高度啦，好不好？那包括刚刚黄委员在讲的这个低轨道的这个卫星的发展哦，是纳入非常好用，我就不知道我们为什么都一直都没有能力可以处理。这个也在纳入我们的太空计划里面，国家的太空计划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高度哦，一定要做好不好？好，那、啊、小三50万就好了啦。买啦，买啦，黄国书，黄国书，你叫执政党委员呢、欸？所以人家三，我估计是讲这个话，人家找他，要支持他了。来，吴志扬委员。我估计是讲这个话要支持他了。到87案吗？好，87案，那我86、87，我再讲两个都各减1亿跟冻结2亿哦。好啦，冻啦，冻结啦，没关系，您说您都冻结，就讲一样啦，我们两个卫星就一直 delay 嘛，对啊，然后都计划都很差。叫他们这个检讨跟具体的时程，这个要在书面报告里面告诉我们呐、啊，好不好？不是都没有要发射的话，那根本不需要费用啊。有啊，有要发射、啊，有啊，什么时候发射啊？他刚刚有回答，来，主任，你再跟吴志扬委员再回答一次啊。那个发射时程。报告委员，目前 SpaceX 公司呢，他希望在今年的年底、哦、能够恢复、哦、那我们不会排在第一个了，因为第一个也是有风险哈、哦。在目前我们如果看他的整个排序、哦、
我们应该在加州的第二个，但是是不是有什么变化要整个恢复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所以整个看起来应该在明年的上半年哈，应该可以把它处理掉，对对，签约了。然后报告员，这个其实是全世界的太空产业，现在天空上的卫星很多呢，啊，可以发射的管道好像也不会太少吧。可是我们当初是我们都是用公开的采购法哈、选的，大概5-6年前就要先选好了。那你同一个一直爆炸的，还是同一个公司吗？他还是对 SpaceX， 可是他一直爆炸嘞。原来是19次完全成功的，对。那怎么靠近我们要发射的时候就一直失败嘞？这个是好事，啊、不是坏事。怎么会这样嘞？所以。吴委员，我们刚刚是说冻结十分机。你们多久招标一次？我问一下。我们讲卫星的设计哈，卫星的设计要考虑到火箭的选择哈，所以一般呢，一般一个任务卫星计划会有看看它的大小啦，像5号它只要一个载具就可以了。不，我们多久以前？多久是？跟你过大概有4到5年的时间。四到五年啊，那我们现在是属于第几年？那个合约的在大概第5年。第五年，那你下一次签约你就要注意啊，这个前面那个是合作这么不愉快的。对。对不对？7号是美国人提供的，美国人，但是他也是选择同样的。所以招委是怎样？大家都讲过了嘛，哈。对啊，就冻结十分之一，给他书面报告，讲清楚刚刚大家的问题啦，有包括他未来发射的期程。9亿的十分之一是？对啊。那就1亿嘛，哈。对啦，差不多1亿啦，9700多啦，好不好？那就冻十分之一啦，书面报告。他们跟美方谈完了，你觉得？好，有机会再来排一次报告。反正就动十分之一嘛，十分之一，然后谈完之后再来报告他们进度了。好，就先书面报告。那等跟美方谈完之后，我再来安排。那也许下个会期的招委也可以来安排。好，谢谢。来，接下来是08号，我们从88到94。08向下科技发展趋势分析与资讯服务计划，一起讨论08向下，88到94。来，柯志恩委员，谢谢。我是在92案啊，有关于科技发展趋势跟创新生态这个部分啊，因为我们看一下这个科技部101年到104年，它的整个科技经费平均大概是393亿嘛，但是呢，你的研发成果的收入平均每年平均大概只有2.5亿，表示只有0.6%，所以表示你历年来专利的维护跟推广的成效基本上是不太有绩效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说，花费大笔的专利维护费跟研发成果的推广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啊。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呢，我就会提出来要先冻结十分之一，直到你们的这个。整个的整体的规划还有如何触发这个绩效这个部分来告诉我们之后才可以做这个动机。好，来吴思耀委员。我的案子跟智恩姐是差不多的啦，那因为我本来还有砍，因为觉得做得不好，但没关系，我就同意，就是我一样的案由，然后同意就柯委员的冻结十分之一。好，那其他委员，来苏巧慧委员。我这边是第91案啦，那刚刚其实我就是因为没有看到细部这个进一步的说明嘛，那其实看得出来有加钱，然后目前在预算书看到的说明是和去年度是相似的，所以在这样相似的状况下却又要增加预算，我们不能够理解说为什么要花这笔钱，所以我就提出了本案。那我是希望说我原来的要求就是你能够告诉我细部的执行计划和扩增预算的原因讲得清楚，那当然这个预算才能支持，就这么简单。好，那其他委员，来蒋乃馨委员。是你的，你多动点。十分钟很重要啊，主席啊，说实在的哈，是，我就是针对他的计划过于笼统，没有办法看到他真正的内容是什么，所以我这边提了1个问题、2个问题、3个问题、4个问题、5个问题、6个问题，结果他针对我的问题回答了4个，还有2个问题没有回答。好，而且回答的回答的，而且呢，真的我还是看不懂，还是很笼统的。所以呢，主席啊，我本来是要3-5千万的，
那我不删了。好，那冻结就比十分之一再多一点吧。好吧，那就冻，我本来讲一亿嘛，哈、啊，就冻五千万吧。所以都没有人要删就对了。好，来，那其他委员他们要发言，都没有要删。好，没有要删了，不要删了。啊，如果奶公不删，我也不会删了哈。但我这里有几个问题哈，我想问一下哈，因为这个本来也算是一个科研的经费嘛，啊，那我看这个预算说明，它有非常多的比例哈是要做小额创业辅助资金啊，然后协助媒合天使投资及创投资金等机制哈，这个部分其实是经济部的事情，经济部的事情我们科技部把它拿来做有没有怪怪的哈？我们学员单位。那要媒合天使投资，这个金管会不是说要停了吗？这个是不是已经要停了？这个可不可以说明一下？因为过去的案例哈，新创创新创业过去的投资好像成功的比例不是很高了，然后是不是跟我们的本业无关？我们去做这个事情，跟科技部的科技政策啊，跟科研预算的使用的原则跟精神是不是相关？我觉得这个可不可以说明一下？大专院校的创新创业，就是我们补助的研究计划的成果。有麦克风吧，部长，部长有麦克风，因为这个有那个议事记录的问题，来拜托哈。我说我们这边做的好是科技补助的研发成果，尤其是大专院校研发成果的创新创业，那经济部的是一般社会的创新创业的，他是做的那个是在外面的，我们是做我们补助的研发成果的创新创业，是这一方面。好了，更初期的。他这个有没有跟科技政策有关？有跟科发基金有关？有吗？其实对不对？所以这是回到一开始的嘛。这个科技汇报的政委在哪里？对不对，部长？我一讲了不删了，对不对？那就五分之一嘛，送资料，送书面资料嘛。你刚刚说五千万，对不对？对，五千万嘛，五千万，比五分之一还要少、啊。那好了，那我们是请各位委员同意，那这一个向下就动五千万了。那请书面报告，好多。然后具体的回答，那如果书面报告写的不好的话，哈，我会应蒋乃馨委员的要求再排专案。好，他今天不是那么多，就五千万可能太多了，对，好的啦，五千万书面而已啦。OK， 好了，七个问题只回应了四个问题，我刚刚再仔细一算，七个问号。动的都一起，都在里面的回答的，一并五千了，好不好？我们各个提案委员哦，有动结束啊，哈，我们就在这个项下哈，整体的来，总共，08，零八项下我们动五千万书面报告，好，谢。如果全部去分配出来，会不会对我们所提出的部分就不会提出好的一个专案报告？没有，我刚刚有加一句啊，如果他的书面报告没有针对委员的回答提答案的话，而且写的不够具体的话，不够详细的话，那我再追加专案报告啊。好，好不好？好，谢谢。那接下来我们来处理09海洋科技发展计划09/95-105。对，因为海洋，这是海洋科技的发展计划。等一下，总共有10个提案。11个哦，我们看一下，等一下。好，没关系，慢慢来。我有叫助理去买咖啡给大家，慢慢来哈。没有啦，那是因为这个国研院的这个都是一个中心啦。来，我们先来看一下102案哈。你看那个国研院计划说明将筹组这个研究船自主的维运团队嘛，你们是要来把它做一个整合，对不对？这个探勘作业要把它做一个整合，那你们希望透过这个自主的团队来建立一个这个研究船的营运模式，你们船员找了没有？目前为止，所以啊，船员什么时候可以找好？报告委员，因为船还在建造当中，那我们船员必须在明年4月前到位，然后马上要到船厂去跟认识这艘船，所以到明年。
什么时候？我现在只问期那个期程。四月以前一定要完成评论，明年四月就是下个会期的部分哈。对啊，然后你知道，因为我在你的计划说明中，我没有看到你整个船务维运的整体的规划，而且你的自主维运的成本效益，还有你的利弊的分析，我目前没有看到。目前我在你的报告书中没有看到这些的部分，所以我才会提出来要先冻结十分之一，等看到这个报告之后，才来做进一步的一个处理。报告委员，因为那个相关的那个利弊都是在之前我们董事会报科技部，我不知道，我是新科委员，我现在就是没有看到你给我的报告，会再补给。我就是给你，所以我就说你这个部分还有包括你的整个成本的效益，我刚刚说的这个整个城底的规划，还有你自主，因为你现在开始自主做你这个研究船嘛，我们也很关切嘛，因为海研五号这个沉船大家全国瞩目嘛，所以你们现在今年要做一个新的营运的一个模式的话，我们还是希望你在这个报告当中去做，去给我们一个更完整的规划，起码在这个下面跟过去比起来到底哪个比较如何的，好不好？所以我建议这个部分冻结十分之一。好，那其他委员来说，巧慧委员。好，我这里的是第九十七案哦。九十七案其实是在这个海洋科技发展计划中的这个海洋科学研究专区建制。那这个部分呢，为什么我提案冻结2000万元？最主要就是看到这个计划是和高雄市政府在研商会议。那目前看起来，这个土地的取得似乎有变数。那当然，科技部这边是已经有先提出了初步的说明。那可是，这个说明看起来似乎还没有完全解决，所以我是希望是不是能够在这里公开的再一次表示这个案子到底是要怎么进行，有没有要继续，高雄市政府的态度如何。来来，你看你安利没有没有啊，就是拿铁还是没事拿铁。好，主席，我这边有四个案，其实是两对了，一个是科技部，一个是相对的那个研究单位哈。先跟这个巧慧这是一样，因为我是在比较细的细目，在103案、104案啊，也是就这个海洋科技研究专区的建制哈，我觉得它那个变数太大。而且高雄市政府就我的了解，他那个土地随时都有可能收回去，随时，我是觉得用那个什么国中啊，七贤国中，我们是不是要海洋立国吗？我们的海洋研究中心怎么要去用那个，适合用吗？是真的适合用吗？还是行政总部啊，是行政大楼而已啊。没有，报告委员，我们跟委员报告，七贤国中其实它原有土地三分之一是国有地，三分之二是市有地。那因为那个是国有地的部分，国有地没有问题，是不是？对，夹在中间。那现在市府他们保留的是三分之二的市有地这一部分。那我们中心3月30号已经完全进驻，那不是行政业务，我们有部分实验室也在建制里面，而且我们环台雷达站所有资料分析展示都在我。但是你这整个这个算是多少？2亿8000万了，应该是这一块而已了哈。是，那2亿8000万也还包括高雄市的市有土地在内吗？因为当初经建计划申请的时候，就是用所有的土地面积3公顷去申请的。你这样好不好？因为我看你这个讲的那个过程哈，是你的回复里面说高雄市政府表示同意什么什么东西，我觉得我们以看紧荷包的角度，我们需要不是你们自己这样写就好了。是，我们可能需要你们一个在哪一个层级，比如说行政院院会，他搞不好也是在高雄市，是不是也他有参加行政院会吗？或者是你们有什么正式的公文，要不然我们怎么知道你这块土地是他没有问题了？如果土地还有疑虑的话，就我们就觉得不急着编啊。我想这部分是跟巧慧委员是比较一样的，103、104。那另外99、100讲的就是，我上次讲的就是我们真的台湾四面环海啦，我们说实在，我们没有什么土地延伸，真的海洋的部分真的要加强啊。那海洋加强就是海的科技的部分，探勘资源哈，我们陆地资源不够，但海洋资源应该是要掌握的哈。所以跟人家比起来，我们原来只有三个一条大船跟三条小船嘛，
啊，对啊，所以我上次讲的很不好听啊，对不对？一大三小，现在一大没有了，剩下什么？对不对？所以，那我觉得我们整个计划都太没有雄心壮志了，好像再补一个2000吨的而已嘛。没有，委员，我们马上明年开始要发标发包，3000吨的建造案，是另外还有一个3000吨的，所以未来5年以后会是3+2。99100，我也是这样子啊。我讲我们委员都关心了、啊、我们的舰队啊，我们的无敌舰队什么时候建立？5年以内。好，这个我们需要看到报告。好不好？好，好，这个一大三小，然后现在剩下3+2，哎，这个太小，3+2还是很小啦。你要跟日本怎么拼呐、啊？麦克风了。跟日本怎么拼？为什么？就这两块了哈。好，好，没关系。好，谢谢吴志祥委员。那接下来蒋乃馨委员，马进蒋委员先讲。这个案子哈，我想了解一下哈。因为这个海洋专区是那个海洋那个专区嘛哈，原先是你的预算是20.3亿，嗯，对不对？对。那你现在今年行政院核定你的是多少？整个计划核下来之后，我们市政府不满意，所以我们部长在这跟国发会商量，所以修正计划后，今年国发会行政院又再补了6亿。对啊。新建预算。对，可是总数来讲少掉了嘛。对，6+6=16，对，因为你本来自偿的经费是9亿多嘛，对，那现在自偿的经费变成0，然后行政院公共建设给你们6亿，所以差了3亿，科技部那差了这个3亿部分来讲要怎么处理？4亿，科技部这边是4亿，科技部又给你们4亿，对，科技预算那就超过你的总预算，对，超过了20.3，就是不到位，对不对？所以你们在这个预算书上面你没有写上去，没有写这样子，对不对？虽然你看你这预算书，你还是20.3亿呀、啊。那我们来看的话，到底是20.3亿还是21亿、啊？然后你的计划，我们的预算书的计划是104年行政院核定的计划。对。对，你现在是105年10月份和行政院核定的新计划，新计划在哪里？我们也没看到，也不给我们看。来计划有没有、嗯、那然后呢？有啊，会送给委员的。没有啊，你这个计行政院核定的东西你不给我们，你叫我们审你的预算，这是不可能的事嘛。我们一定是行政院核定的东西要给我们以后，我们看你新的计划，我们才够审你的预算，这是规矩嘛，预算法就是这样子。是。另外呢，高雄市政府现在不跟你交换土地了，也不跟你谈土地的问题了。到了之后，你的科还在谈，他已经跟你表明态度，不再谈，他可以跟你谈，可是不跟你谈交换土地的问题了嘛？对，那你将来土地的问题怎么去处理？如果土地的问题不能处理，你的钱投下去不是白投，你明年要拆了是不是？不会拆，拆了个。学校的房子，因为他那个是一个1.2，一个1.8亿嘛。那你106年的，你是编了2.8亿。明年是2.8亿嘛，对不对？你明年2.8亿要做什么？我们还是要建设，我们还是要建设教育那个原来计划。不是，对啊，那你总要有项目吧？你2.8亿总要有项目，做什么东西多少钱？什么东西多少钱？展示馆对不对？总要核钱嘛？对，我跟你要资料，你有没有给我们呢、啊？我们现在手上有没有资料可以给蒋委员？我们办法写上去吗？来。你们手上有没有刚刚蒋委员要的这个行政院核定的那个计划？没有嘛。文、啊。听那么久了，你们都没有人在听。因为你看看哈，你给我的答复的资料还是20.3亿嘛。对不对？他给我的资料还是20.3亿嘛，不是最新的数字21亿嘛，不是嘛？基本上也我们把经费已经补足了。不是你经费补足了，你这个上面就应该要告诉我们呐、啊，你的预算书上面没有写，你给我的资料上面还是写20.3亿。20.92，对不对？你给我的资料上面这不是你给我的资料吗？你们给的资料没有与时俱进呐、啊，应该这样子讲。这不是你们给我的资料吗？因为
修正计划书是在预算书之后的事情。对啊，但是你们修正计划书之后，预算书有修正的话，应该再补一份进立法院给各委员啊。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都在看你们的旧资料。这个我想在其他部会我们都提醒了好几次了。新资料不给我们。对不对？我还是帮我们各位立委同仁再讲一次哦，哈，这个要谢谢蒋乃馨委员哦。我们立法院从收到你们预算书之后，你们如果有任何新核定的行政院的计划也好，或者是预算书有重新核定再修正的任何变动，都应该再送一份正式函文给立法院教委会，给各个委员。到他们的手上，这个是对立法院的尊重。好，我再重申一次，拜托你们以后给我记住，哈，不要每次我们手上拿的预算书，常常都是你们讲的啊，就是什么时候送的啦，以后来又有更正，然后后来又有修正之类的这样子的理由，我觉得这样的理由都是借口。好，好不好，部长？再请你督促我们所属的各单位的主管，这个事情一定要做到。好，那其他各位委员，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建议来处理？来，吴志，好嘞，吴志扬委员。我传的部分再问一下好不好？就是我们将来这些研究新做的船是由国内做，还是由国外的厂商？报告委员，那我们2000吨正在建造的是新加坡船公司得标，那船厂是在越南，那3000吨的还没有开始招标。那基本上我们会根据国建国造的原理来执行这个计划。对啊，你这船不是说多大嘛？我们是不是可以讲说以国建国造为原则，好不好？把这弄进去，因为我两个考量，第一个，我们台湾应该自己造船能力应该要够啊。第二个就是说，因为你上面都有探测的东西，理论上你也是有一点像卫星那个，有一点点机密哦。那个技术要掌握在自己手上，有一点点机密哦，要不然里面弄个装一个晶片的时候，你所有弄的东西另外传一个 copy 到美国的 CIA 那边，那不是完蛋了吗？没错，是不是？我想太多了，但是对，但是就是一个机密，一个国建国造这个原则。对，吴委员说的没错哈。那其实哦，我们那个科技部还补助那个3个大学那个淘汰翻新，现在已经招标，也是国建，也是国内标到哈，那是确定的，已经是国造优先了。起码要两次以后，国造优先，好不好？现在有一个1000吨，两个200吨的也是国造了，500吨，两个一艘1000吨，台大跟中山的500吨的淘汰翻新也是国造，已经标出去了，国造标出去。那我们在这个预算的处理向下，我们来附带决议这个国建国造的原则是优先，好不好？这个吴志扬委员，谢谢啊。对，来。来，各位委员，那我们是不是从95到105哦，09的海洋科技发展计划向下8亿8357万1000元整哦，我们是不是也冻结1/10书面报告，好不好？整体动1/10书面报告，那附带决议这个所有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船舰以国造为优先。好，谢谢。那接下来各位，我们来处理106到111这个10台风洪水研究发展计划。106到111。好，柯真委员。好，我所提出来是111哈。我想我们台风真的是一个台风非常频繁的地方哦。我们看国研院过去3年所执行的观测计划当中啊，仅观测到11个清台的台风，而且它的其他的时间呢都是处于比较闲置的一个状态嘛。那我们这么样，我就刚刚说这么多发生带的这个地方台风，未发生这个警报，而且距离比较靠近台湾的台风形成的数量啊，我觉得应该是比你这个所观测到11个应该还要再多嘛。那我觉得竟然花了大笔预算来采购无人飞机载具，这应该好好的充分的利用。显然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数字跟成果目前是没有发挥到一个最大的一个效益嘛，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部分呢应该就
针对一个无人载具的观测的次数，应该要提出个更可观、更具体的一个成效的报告。所以我个人认为说这个部分好是要给予冻结五分之一，请提出报告之后再来看。好，那其他委员来，李立芬委员。我提的案是在110号，是关于我们那个亚太经济合作台风与社会研究中心 ACTS 哦，因为它真的很难得是 APEC 下面的一个正式组织，可是我们自己查到的资料还是你们提供的资料，就是说还是局限在办研讨会啊、工作坊。可是我们现在新南向，我们真的会希望这个那么难得的一个正式组织一定要发挥功能。好，所以在这边就是先也督促大家往这个方向去规划，然后我们就先冻结100万，然后提出一个更完整、更全面的一个南向的一个政策。哈，这个部分提出来我们就解冻，好不好？谢谢。没有。本部的预算可以来，接下来其他委员，那没有的话，那谁要先回答一下？啊，来，苏巧慧委员。好，我这边提的案子哦，其实是也是同样的概念，就是希望说，大家可以务本业的同时，那么如果是相同的事情，就不要重复做。那所以我当时提出的是这个防灾中心和我们的这个台风洪水研究发展，和我们的这个台风洪水研究发展计划这边是不是有重叠的部分？那这个科技部现在这边国研院提出的说明，其实已经有了初步的看法啦，哈，就是。一个是应变的，那一个是技术研发的。那我这边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各两个单位的细部的资料，好，就是执行的业务，能够让我办公室这边可以未来再做更进一步的研究。那这个部分我就不坚持，因为你们说明得很清楚，谢谢。好，谢谢苏巧慧委员。那刚刚其他两个委员的这个问题，可不可以回答一下，简短？那谢谢委员的意见哈。有关柯委员的意见，我跟这里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所见过的仪器呢，都是24小时做观测的。那平常如果说没有剧烈天气的时候，如果学界有需要的话，我们就支援学界的那个任务。因为我们国研院的任务就支援哪些学校做的部分？哦，很多，会长说台大哦，像台大，像他们在太鲁阁那边要做观测，做雨滴溥仪的观测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雨滴溥仪放到那一边去。OK， 好。但是我是说无人飞机，对。那我现在接下来就针对无人飞机，因为无人飞机是去年11月才刚买进第一批，到我们今年现在为止，我们刚刚见过一个完整的机队。因为无人飞机的操控跟我们一般民间那个不太一样，我们要有非常严格的这个那个操作过程，所有一个程序都必 follow 我们民航的规定。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建立一个全世界非常独特的无人飞机观测团队。那我们在那个恒春机场已经进行过非常多次的那个测试飞行，哦，那可是现在我们面到一个问题，就是恒春机场的侧风非常强，所以我们利用那个车顶起飞的时候，有时候会失败一两次，所以我们现在就又买了一个弹射架，弹射架刚刚运到台湾，如果成功之后，我们明年就飞进台风中心里面去，这会是全世界第一次说无人飞机飞进台风中心。我们目前有执行气象局的外围台风观测是飞外面的，没有进到台风中心，所以台风的强度跟那个台风中心附近的风目前都不知道。OK， 所以说我们要真的飞到里面去。印象说你刚刚我特别提到说你不是在闲置的状态，你在这个状态，你还分给其他的学校来做一个学术上的一个研究。那为什么你们过去的这个观测，这个有关于台风青苔的这个台风观测到目前的机，我这边看到的是11次，11次是过去3天有11个青苔台风，可是我们飞机才刚刚建过好而已，这才刚建好。那我们现在为了让飞机发挥更大效益，我们跟中研院、跟成大都有在谈说怎么让飞机就平常没有台风的时候让它发挥最大效益，所以中研院他们准备去采购那个 sensor 要装在我们飞机上面。所以你去年11月到现在也是有一年的时间了。我们有飞到通沙，所以包括我已经经过我们台湾这个整个暑假的这个台风的观测了嘛，对不对？是。所以你们都有观测到吗？我们因为才刚刚开始，我们只飞到一年呢。对，包给我们包，因为飞机到的时候，因为人没有。我只问说，今年暑假的台风你们有没有侦测到嘛？有到尼波特台风，就一个。对。比率呢？
今天比像比例算少，算少的嘛，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嘛，连比例算少那么多钱，然后只有这么一点点，然后你刚刚不断在进步，那到底怎么样？所以我才说这个绩效，还有你未来到怎么样？因为我们觉得给你建构这个东西，还是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台湾，对不对？在观测这个部分能够做到更好的一个成果嘛，对不对？那你要告诉我为什么你们只观测到一个尼伯特台风？我们有时候观天象都可以看得出来，不用到你无人飞机就可以观测到尼伯特了，好不好？那花这么多钱，那到底对不对？无人飞机总要比我们目测嘛，感知更强一点嘛，所以要提出这样的一个方式嘛，不是做一个很先进的仪器嘛，总会有一些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部分嘛，所以我说我只有冻结，我没有简列，所以把这个部分把它讲得更详实一点，好不好？对，我也同样有这样子的一个疑问呢，因为我们国人对于对国人对于这个台风的一个观测跟它的动向啊，一向都对于气象局的一个预测是非常的有一个问号在那里，那所以就变成是我们台湾的学术界里面对台风的这样子的一个研究够不够扎实，有没有深度，足以去支援气象局或者其他学门在研究台风，然后可以实际应用到帮国人去预测到精准的台风的动向，可以有效的掌握降低灾损嘛？我想大家所期待的是这个样子嘛？那个跟委员报，我们就是朝这边做。那因为跟委员报，因为这个技术的建立蛮困难，我们到目前才刚刚完全建立这个技术，因为不是那么容易。因为飞行员训练多，大概要一年的时间才有办法训练，所以我们人都到澳洲去训练2次，所以目前为止已经完全训练成功，我们现在非常有信心。是澳洲买的吗？全澳洲买的。那因为那飞机在美国已经被那个列入军用设备，所以我们花费很多劲才把它买进来的，费很多劲。我们上次去清泉岗考察的时候，有看到一台飞机啊，气象局合作的。那个是汉翔飞机是飞外围的，那个任务目前由我们中间执行，那个飞外围。台湾不是也有自己在研发无人飞机吗？哦，跟委员报，目前的飞机，对，那飞机没有办法飞进台风。我们这个台风是把这个飞机是专门针对飞剧烈天气的，专门飞剧烈天气的。Oh, okay. 一般的无人飞机没有办法飞进去，没有办法飞进去。对了，没有关系。对，多听你讲话，我们增长了很多知识啊。我们明年一定所有台风我们都会去飞，所有系统我们都会去。好 ，OK。那不知道其他委员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跟问题？是，那只有江乃馨有办法。那个针对刚刚那个李委员所提到，跟委员报告，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关 ACT 活动，现在其实蛮多的。我们一年至少举办2次活动，然后2次 newsletter， 那还有我们会利用 ACT 这个平台去参加联合国的活动。好，那来李立芬委员再补充。其实我要讲的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外交的处境很困难，我们要推南向政策，这些国家可能都会面临到一些政治上的一些压力。可是我们很难得有一个组织是在 APEC 下的正式组织，所以你透过这个正式组织是可以跟这些国家很正式的往来的。所以我说你们要善用这个组织，不是只去参加国际会议办国际会议，而是说你们要去发展一些案啊，就是一些合作方案嘛，就跟一些这些东南亚国家开始合作起。我的想法是这样，而不是只是参加会议而已。委员，跟委员包，我上个礼拜才刚去过越南，是去拜过越南科学院，还有国民经济大学，我们都在谈怎么签 MOU， 怎么签提合作计划，怎么在，因为明年 APEC 在越南办，是我知道，越南合办的计划，我知道有人在进行当中。是，这不只是越南，这是国家都要去，然后这个是一个很正式的管道，我们会照。对，所以哈，希望我们要用这个组织啊，这个单位好好的去发展，好，那各位委员，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要处理这一个预算，好不好？这个预算项下有1,448,000整哦，那这个是很需要各位支持的预算的哦。那我刚刚有征得柯志恩委员的同意哦，是不是就已冻结1000万，然后书面报告，好不好？好，谢谢各位委员。来，接下来112到119是财团法人国家实验研究院的发展计划11项。来，吴思耀委员。国书，快点，你再等一下。我这里总共是117，等一下哦。我有3个案啊，116、117、118。
那预算分别是有关这个行政制度与营运管理的这个多少个？个十百千万。多少？5000多万，我是动十分之一。然后另外一个有关绩效考核业务推广，1290万，我是动500万。那我的理由其实很简单，我从后面讲回来哈，部长，我曾经在质询的时候，针对我们国研院下面的各个中心的绩效指标，你们都是用量化的，像我的提案里头有提有。附一个表，技术服务绩效、资源学术研究绩效、人才培育推广等等，这样子的指标看起来很好，可是你们的衡量标准都是在产学研究的这个服务人数、研发平台的服务件数、发表论文数、获得专利数、人才培训数，都是这样子的一个评量的方式。我只要很简单的说，就像我们太空中心里头福卫五号这样子的 delay， 可是这样子的严重的一个疏失，执行上的疏失，这样子没有办法反映在你的绩效指标里面，这就是一个很扯很扯的绩效指标。你可以保留这些量化的部分，但是对于其他重要政务的推动，是不是有延误，是不是有疏失，那当然也是一个评量的重点。而且我对于这一项，我坚持动五百万，我不想妥协。为什么？请看你的说明，科技部的说明，有关福卫五号的发射延迟，系因 SpaceX 火箭爆炸的意外，实为不可抗力的因素，且非计划管考可预防之情势，这叫放屁。我们的福卫五号，从本席一上任开始，我还没当立委之前，我们是一再一再一再 delay 了几次，现在已经第11次了。 SpaceX 是才刚刚爆炸，你们把最后一次不可抗力的东西拿来作为你们督导这么多年，福卫五号就一个升空搞不定，把这个拿来当作唯一的理由，我觉得这推诿色泽太离谱了。如果我们太空中心永远是这样子，难怪主任永远换不掉啊，还用这样子的理由。整个福卫五号主任，我想问你，我们延宕了几年，第11次了耶，你唯一的理由还是居然就是把美国拖下水。我觉得这样子，这样就不是我们在做绩效指标。真的，部长，我很语重心长，我们国卫院每一个中心大家都是一时之选，大家都是优秀人才，可是同样的，我很感谢你一件事，我多次质询要你们把向外部征选人才那个办法你放回来了。人才流动很重要，我们都是在这个楼子里面找这些人，也许大家都每个都很优秀，但是外部我相信有更优秀的人。我不喜欢这样僵化的组织考评，所以这一项有关于绩效考核这1200万，我坚持要求动500万。然后前面一个行政制度营运管理也是一样，针对我们国研院下面的每一个中心的这个一样啦，考评机制整体去做检讨，真的太僵化。另外有关我们的一个叫做这个叫做什么人才，我看这个叫做国家型科技计划的预程示范方案，是不是确定不做了？是不是都确定不做了？已经停止施行了，对不对？如果有新的提案或新的领域的提案再来重新研究，那我觉得不砍都不行。你这个案子已经预程方案不做了，可是你预算还是你没有做限缩的编列啊。那我没有砍你啦，我让你解释啦，这是在前一项5700之后我冻结十分之一啊，你说明清楚啊，这个方案不再执行了，那你预算没有动。反正我就两件事啊，我真的对那个 SpaceX， 因为他我们才延宕，我万万不能接受这样子的态度。好，来柯志恩委员，我们是等一下一起好一起来讨论的。不过是要说动500啊，太少了啦，我跟你说不止了。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整体来讨论一下，我大概是114、115跟后面的119，我就整个部分了。我想这个部长可能需要听一下啊，你看到这几个部分里面，我觉得
看起来像国实院啊，它其实最被诟病就是你们整个研究中心的这个功能是非常重叠的，而且你们的业务的分工是非常难厘清。我随便举个例子来说嘛，你台风洪水这个研究中心跟地震工程中心里面都属于灾害防治科技研究的单位嘛，所以你这个理由可以考虑一下，是做一个整合来节省行政上面的一个部分。那我其实比较大的部分里面啊，就是我把这三个计划统一来讲，因为都跟你们组织系统有绝对的一个关联度，包括你们这个计划跟国家实验发展计划里面有关科研科技发展趋势分析与资料服务计划，还有你们科研资料建构分析与服务计划，其实你会仔细看的话，那计划的性质是非常多是雷同的，而且我觉得国家科技的计划跟控管是不应该多头马车。那接下来我就是完全是呼应刚刚四幺委员所提到的，因为你上任的时候，我们曾经特别表示说，你要让我们的科技资源用得更有效，而且你要加强跟这个国研院跟大学院校的一个合作，找到一些重点的部分。但是你会发现，你这个实施的成效当中，我看了你105年这个预算所呈现出来的东西啊，其实它的预算书你们完全没有办法看到部长当初上任的时候跟我们 promise 里面一些更具体的一些的做法，在绩效的这个部分里面完全没有办法看到。那我想这三个部分里面，不管是你的绩效，这个部分都是可以用文字来去做一些更好的一个说明，但我想这个最根本的问题还是来自于那个国实院里面的这个单位组织里面有很多功能相同的部分。我觉得这个组织的整病啊，之整病再造，加上你刚刚所说的绩效里面所呈现出来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有必要要去做检讨。所以不是只有500万可以解决，我觉得从头到尾应该动1000万以上。好，那其他委员。这样好不好？那个我回答一下，因为我们院长哦是哪一天上任了？10月17号上任的哈、哦。他明天我们要开董事会了，他说他要。你每次审完都是今天下午，不是今天下午。今天下午是斋房会议。因为他上任以后，我们给他2个月的时间准备，明天要他的市政报告哈、哦。所以我相信就是刚才那个委员关切的，我们就是。我们有要求他要把那个他跟学校之间的关系哈、哦、要更加强，对，对对对对，新的院长是不是今年哈、哦、就是明年的预算了，让我们新院长哈、哦、给他好好的表这个表现一下了哈、哦。既然要开会，开完成效出来再解冻，就这么简单。对呀、啊、对呀、啊、对、啊、对，我支持，我支持。因为新的院长了哈，明天他就有一个施政报告，因为2个月给他是准备，那明天就施政报告哈、哦，所以是不是给委员？那我们也动、那至于刚才委员讲的很多那个，这个绩效评估他都有报告说，绩效评估要比以前更改进。来，我们这个向下就冻结10分，对不起，来，好，来蒋乃新委员，对不起，我在附送柯政委员跟我讲的数额。主席，这笔预算啊，主要的就是科技计划和财务管理，第二个行政制度和营运管理，第三个绩效考核和业务推广，第四个国际合作平台与全球布局规划。好，那当然第四个经费最少，其他的都比较多啊，尤其是行政制度及营运管理5700多万。所以我在这个预算书上，我就看不出来你们的绩效是什么。好，所以我的提案里面也希望你们。又问了很多有关绩效的问题，可是绩效里面有达到的，有没有达到的，有优的有缺的吧，对的，照正常来讲评估一定会是这样子吧。那可是你给我们的资料来讲，我就看不到你们有什么问题啊，都很好啊，不可能吧。你们既然要评估绩效，要行政管理，就应该找出问题然后才会提升嘛。那你光找好的不找问题，那哪来的提升呢、啊？怎么提升法呢？中心其实有些有增加，有些减少，所以这个不是反映到有。你给我的数字，你给我的资料里面全都知道一遍好的，我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做了什么，从来没有针对有缺失的做检讨，我应该怎么去改进？有考核，这个才是要嘛，对不对？那你要了那么多的经费，9000多万，到底在做什么？如果都是只是想好的，写的这一张纸就是9000多万吗？就是这样子啊，就是9000多万啊，说不过去嘛。如果这个到董事会报告的话，你董事会会接受，我才不相信呢。我跟你讲，这个9000多万基本上是整个，就是我刚刚讲4个嘛，对，4个业务嘛，国际平台才500多万嘛，对不对？行政管理那个是5000多万嘛，其他都是1000多万，1000多万嘛，对不对？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既然你是要评估，你是行政管理、绩效管理，那当然好的要讲，不好的也要讲，对不对？尤其是不好的，我们既然是要评估绩效，不好的部分我们来怎么样改进，这才是我们要做的事嘛。那你今天全部都是好的，没有坏的，那如果都是好的没有坏的，预算也不用了，对不对？就是要评估出坏的，如何检讨让它更改进，让它更好，这才要编预算嘛。所以我的预算就是1500万动1500万嘛。没关系啦，蒋委员是在提醒我们国研院哦，这个要如实啊哈来陈述啦，好的要讲，不好的要讲，这样才能够检讨啦，激励自己啦。是不是？你以前当校长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做？一定是，尤其是缺点比优点还要重要嘛。那你的缺点在哪里？显示给我看看吧。好，没有嘛。等一下再解释给蒋委员啊、哦。那来乔慧委员，可以，我也表示一下，我提醒一下，因为刚刚部长说院长新上任嘛，然后就要接下来报告，然后会就组织架构啊、考核这边做一个调整嘛。那我是想要在这提醒院长啊，就是刚刚其实我也谈到了组织架构是否有重叠的部分。那因为你刚刚给我的说明是防灾中心跟这个台风洪水的防洪的这部分，你说你有一个理由说他们两个不一样，所以我接受嘛，因为我觉得这很重要。好，那我过了。那现在柯委员这边的话是他请你去认真的做一个调整，然后他现在是动，我是希望你接下来报告的时候对我们的说法不要到时候有不一致的状况哦，不然的话这样我明年的预算我就不会像今年这样哦、啊、对啦、欸、因为我刚刚有接受你的状况，我是提醒部长跟院长哦，吼，哎，是因为你不能，你要一致哦，不然的话，这样我明年我就对啊，对啦，我就对你的解释我就不会这样子。大家诚心诚意的提醒啊，有一些叠床架屋的部分哦。国医院哈，待10年了，12年，公医院大概30年了，所以国医院以前是从国家实验室哈，是属于在公务部门，现在变成财团法，所以公医院一开始就财团法。他们是从公部门变成财团，我们都查过了，有一点点要磨合。其实就是有看到，所以才提出嘛。学习哈，公务员，因为现在他们是很困的。刚才那个柯委员，我们现在有可能要有些东西要中央集权一下啊，因为以前的国家实验室是分开的，那现在已经变成国研院以后，我们是有需要哈，那个正在谈哈，那个院长。工作 loading 的。对，那个十个员，那个我们有些可能人事跟会计啊，渐渐可能有一些要中央集权制度，好像我们学习工研院那个类似，所以正在这个要发一两个。我刚刚可以接受，是因为你说有一些部分是应用，有一些部分是研发嘛，好，你用这个理由，那我就说，那我支持研发的部分。好，好，那我是提醒不要有不一致，就不要多塞吧，说到时候讲不了。好。我这样，主席，我最后做，我同意我的案子纳入柯委员的，我们一起就动1/10。那我要给新的，就叫院长秀秀啦，我看他快哭了，刚来，不要害怕，好，我们都支持你去做必要的改革，而且绩效的部分，绩效是很重要的，我觉得这后续我们都会在，啊你，我不是针对你啦，我看他快哭了，秀秀一下，好，那我是、啊、动1/10 ，OK， 我是请来蒋乃馨委员，主席，我是冻结1500万，好了，1500万就超过1/10。那另外还有一个3减1500万呢，那这样动1200，哪有这样子好事啊？我跟你讲，那这样子的话，我就把动，我把减列的1500变成冻结嘛。好了，好吧，那就是1500加1500就是3000嘛。动3000啊？我是删1500，然后动1500哎。我不是只删1500，我是删1500动1500哎。那我现在不删了嘛？我可不可以再跟蒋委员商量一下？啊、因为他这才9000多万而已。那个赵委，我们好商量了。好商量了，好不好？动1/5，5/10，好不好？5/1，赵委讲的。动1/5了，好不好？书面报告了。你书面报告了，你一定要把你缺点讲出来。对，缺点。没有讲不。包括刚刚部长有讲到说，有关哦，组织是不是有检讨之必要哈？我们或是评估哦，要具体的写在这个书面报告里面喽。回家了。1/5就含海吴思瑶委员，还有柯志恩委员跟蒋乃馨委员，跟那谁，苏巧慧委员嘛哈。
没有没有，侨汇有没有？五分之一没有关系啦，五分之一书面报告啦。委员，委员，我们那个第二大部分是人事会很多，不是人事会，五分之一，拜托哎，五分之一，你一个月一年十二个月，五分之一才几个月，两个月多一点点的薪水而已，你到明年十月还弄不出来啊？是。没问题。OK， 好，明年十月还弄不出来啊？不可能的事嘛。好，五分之一书面报告了，好不好？哈，可以了，对不对？认真写了。韩克志恩、吴思瑶等人的计划哈，要求冻结束了哈，去。没有，我们接受了。还有，我们回到哈这个整体的总预算，在59案克志恩委员所提出来的财团法人国家实验研究院发展计划啊，总共是509,833,003,000元整，那。柯委员，删两亿对不对？买，这如刚刚讨论的形象啦。等一下，没有，不止，不是，他们是整体，59案是整体来去看哈，五十九，回到59的总预算科目啊，我觉得这个是财团法人呐、啊，然后你们有自筹的经费，我想国家给你们钱哈、啊，其实自筹这个部分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我还是要提出来啊，说实在的，部长这一本书哈、啊，说实在的，真的老人家也字这么小哈、啊，看起来非常的吃力了，有吧？六块点不？啊，非常的吃力，对不对？那我你都不看，看着就好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讲出一个道理，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有必要？特别是你们对你们的旅费部分啊，104年的公务预算的补助旅费是五千四百万，但是呢，你们的决算大概是4400万，表示你们还有将近1000万没有用完。好，刚有人跟我解释说，因为你们每个的部分，你们都会留下100万来做对10个中心。但是我要提出来啊，你看你决算只有到4400万，剩了1000，你今年还编了旅费是多少？7000多万，这个基本上面各位委员里面真的要还是要看清楚啊，真的还是编了7000多万，然后呢这个部分里面还有你们既然可以自筹，我觉得国家不需要给你们这么多钱，你们在自筹的经费当中其实就可以稍微花费一些钱1000-2000来去做处理，所以我个人很多的案子里面啊，像我刚刚没有去发言里面就是绝对是在59案就整体的经费里面再来统一来去做一个处理。还有呢你们刚刚提到说这里面包括你们给我的这个自筹的收支的情形写得很清楚，其实我还是要告诉你真的是不清楚，很多时候呢还是把它放在一起，委办自筹什么的夯不啷的全部放在一起，但是我今天只针对旅费的部分，今年还是多编了7000多少，还有个正确的一个数字，这个部分要不要解释一下？所以我个人认为在50亿的经费当中，特别是旅费的部分删1000万，真的是多少好念啦，真的是多少好念，我可不用删2亿，但是我觉得1000万的这个部分一定有必要去做一些简略的。是我跟柯委员说明一下哈，就是说106我们的国外旅费是5600万，确实，但是正常我们的旅费大概是3000多万。那为什么106是多的这个数？是因为虎五跟虎七的发射以后，比如说像发射，我们去40天以前要去一个团队几十个人去把那飞机就是让整个发射整个 ready， 所以106这是特殊的一个情况，平常我们就3000多万。好，那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3000多万，你们通常都过度编，所以你们每次都会留下钱过来。虽然你们告诉我有时候是浮动性的，比如说每个单位都会预留100，可是长期下来，这个旅费目前为止都还是留在搁置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个人认为旅费真的是更精算一点。所以这个预算里面删1000，我真的觉得你们还是足以支付，即使你额外，你刚刚客位提到106年这个部分，3500了好不好？3500，那我建议啦啊，这个因为刚刚有提到说这个尤其你指的旅费的部分呢、哦，会牵涉到未来有一个变数嘛，有关那个夫妻的发射嘛，每年都这样，都是保留旅费的预算的一个弹性在那里嘛，哈。我们现在有一些突发，像比如说我了解，但是日本地震，我们就派很多专家还是去考察。但是你们相对而言，国实院它的旅灾的一种还是一样，这个旅费的部分在所有各公部门里面来，你可以省过来，你们真的是太多 too much。那酌减500了，好不好？酌减500，科目自行调整。可以，你绝对可以的啦。可以啦。好。
好，那谢谢柯志恩委员，谢谢各位委员了。那我们这个乡下财团法人国家实验研究院发展计划啊，这个预算乡下我们简列500万科目自行调整，尤其柯志恩委员特别关心的旅费的部分要检讨。对，那就是还有一科中心在那个案子有一个88000的那个，是不是也并在一起？并在这个里面，就是韩医科的，对，就是在来各位委员，哪里？不要啦，不要啦，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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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哎，蒋乃馨委员的坚持，这个我要支持他哈。500万就是500万，那个88000就是另外不同的东西啦。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对啦。可是这个我支持你。这个88000已经决定了，不能改。对啦，那外加啦，外加没有，整个加起来是508万。对对对对，我支持你，蒋委员。那可以摆在国研院，而不摆在我那个88000可以摆在国研院里面，而不摆在医科中心里面。放在总数里面，你们自行调整，好不好？五百万的八万，对对，508万。好，好，那谢谢委员。好，谢谢委员。不摆在那个88000，不摆在医科，摆在国研院。好，摆在国研院整体的预算里面。那我就跟科委员两个，我变成跟那个59案的共同提案了。好好 好， 好， 好，那我们上刚刚的早上了哈，那个科技中心的那个88000就现在加并入这个59案，变成是508万8000元，是的，简列，那科目自行调整。是，好，谢谢。好，那蒋乃馨委员跟柯志恩委员共同提案。好，那谢谢各位，接下来我们来处理财团法人国家同步辐射研究中心发展计划。那个已经太辛苦，不带了。不用啊，不用，不用啊。那个辐射中心，其实我关心的就是我们这几年努力的取得的专利，国内外专利都有，甚至国外专利还多于国内专利，是不错的，可是没有实际运用于产业界，好，这个部分是有点可惜。那包括计转的件数跟金额是挂蛋的，那尚无计转的实际的成绩哦，所以我提出来的是冻结删1000万，其他冻1/5。那虽然我看到你们写的是说你们在回应我说什么，这个叫什么台湾光源主要是来用来支持学术界研究的服务平台，所以服务对象95%都是基础研究，这个我接受，但是你们也说现在你们也看到问题，你们努力的去透过产业应用的研讨会跟拜访厂商，会积极去推广跟产业链接的研发相关的服务，我要看到的就是你们这些的作为。好，所以这未来怎么做，包括你说现在你们努力跟清大交大进行策略合作的联盟，要用中心的这个育成跟专利的平台机制，又很巧刚好105年度的下半年开始，已经有产业界的公司对于辐射中心的多项专利有发展的意愿，近期渴望签署计转的专利授权跟合约。好巧，都是最近要做，很好，让我看到成绩。我预算在，所以我动1/5。那简列1000万，是我简列的理由是没有那个实际的时机啦。啊，是不是要砍到1000万？我执政党委员，我不坚持那么多，但看融合其他委员的意见，但我们意见差不多，就是觉得有点恨铁不成钢。是，但是我希望冻结的部分是要看到你说的，你们努力的去拜访厂商，去推广业务，是最近会有成绩。那这么有信心，就让我看到成绩，我再解冻，好不好？我只是要给您压力。好，那一起讲，一起讲，等一下一起来，其他委员，苏乔慧委员来，好，那你可以乔慧讲完再柯志恩委员。好，我的是126案的台湾光源计划哦。其实我觉得我在审查的标准都很一致啊，就是拿出来看到问题拿出来，然后如果解释的够清楚的话，那我就不坚持。但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这个显然还不够，因为我在问的就是我们的台湾光源和台湾光子源这样要移转的过程当中，这个既然是 TLS 的部分要有退场嘛，那你看你在第三项这边是写说未来将配合陆续而次一年，就是未来要退场，好，公务预算就不在编。那第四项的话是说107年逐步这样
会有退场的动作，可是问题是我问的就是计划、骑乘和定位啊，这里面其实完全还没有看到。可以，我可以解释。对，所以基本上第一解释，第二其实我的要求也很简单，就是书面报告啊，也都一千万才会有。好，那等一下再说明一下。那柯志恩委员完之后，陈学胜委员。对，那个其实那个同步辐射这个主任有特别到我办公室来，对于我刚刚所提出的这个，因为我提出了四个案子啊，他有做一些比较清楚的一个陈述。那同样的，我刚刚其实比较这四个案当中，其实比较 concern 还是刚刚那个吴委员所提到的，就是他的整个的专利在32件，而且跟这个目前计转的部分是零嘛，所以他是跟这个所谓的推广应用其实是有限的。这个部分可能要请我们应该叫做什么主任嘛？是主任，郭主任，他这个部分呢，一定要去好好的去做这样的一个处理了。那是否要去？等一下奶工也会有发言嘛，对不对？我个人认为说，因为我也知道这个同步辐射从多方的，其他侧面的消息理解，其实他们整个的计划的这个使用、还有编制、还有他们的重要性，其实还蛮合理的啦。说实在的，学术界都会去打听一下啊。但是我个人认为，还是有关于你们计划里面，包括我刚刚说到这个国实院里面的这个国研院里面这个出国的预算的补助啊，其实这也发生在那个贵中心当中啊。所以我四个东西，统一来做一个处理。我个人认为还是要去做一些冻结。至于要删减的话，我们是不是请那个蒋委员来特别？那我个人认为说，一在这边哦，陈委员，陈委员他坐在后面，陈委员在后面。对，好，陈委员，我很好奇那个是冻结五分之一了，好不好？我只很好奇，那个李远哲前院长帮你们要多少钱？还是他只是嘴巴讲一讲？小英总统讲一讲。后来就是有申请旗舰计划，主要是盖光速线，就是刚才苏委员在讲的，我们要这个 TOS 要退场，其实 TPS 要有足够的光速线，才能提供实验这个做来做实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为，我只问你说，就是那个光速线要盖。主任，我只问你说，小英总统说他听到，那听到以后，那听到后面做到什么？我只很好奇啊。目前旗舰计划有编列光速线建造计划，所以我们又给你们多少钱？现在就是在科技部编了2亿9千万，是不在100年度预算里面新增？在旗舰计划里面的，在另外的。我们科发基金啊，另外的。再给你的是？是。OK， 好，好了解。好，那你要支持哦，哈，陈昭伟，哈。是啊，他一定给的，一定给啊。要找李远哲要钱就好。喂，对不起，喂，我在听电话，应该是说，蒋乃馨委员，你有没有讲话？因为柯委员要我砍预算，所以我正在准备大刀。他现在做球给你，你要杀球，这样子是不是？这个是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哈。光子源啊，这个设备啊，我是支持他的设备的哈。可是问题，设备增加了以后，你怎么去发挥你的功能，对不对？怎么样子让在学术界也好，在应用上面也好，能够发出你的亮点？所以我在这个提案里面有就最后一个问的，就是说，如何在国际上展露研究或者是发展亮点？是。可是你给我的答复只是说，跟韩国有，跟泰国有，其他的国家呢？对不对？是。而且这个韩国、泰国是根本是以前的嘛，不是新的嘛。新的，对不对？你106年度的预算嘛，你这是在106年以前，就现在已经有签约的嘛。今年刚签约，对不对？对，明年对嘛，没有错嘛。对。你未来针对我这个预算给你，你要怎么去是运用，怎么去推展，是，对不对？在国际上能够有个亮点，是这个是我们投资下去的这个重点嘛？是，对不对？好。你没有告诉我啊，我可以给你报告，对不对？是，那重点你不告诉我，要不要砍你的预算？我会跟委员解释清楚。主席，我补充一下啦，哈，那我这边是认为说，因为我刚刚是觉得不够清楚，从定位到这个骑乘等等的细节，这个退场的机制到底是什么不够清楚，所以我不管说主任今天的解释如何哈，虽然你刚刚已经有开始在说明，不过我还是希望有一份书面的报告。那这样的话，作为未来我们在比较的基准，这有一个文字可以留存，所以我还是希望说可以有一份书面的报告，把刚刚这些点是可以，既然你认为可以详细说明嘛，那书面报告一定很快就写出来了嘛。那所以我们就至于冻结数额，我觉得让主席裁决哈。那我是认为说有报告我们再解冻，就这样。我跟智恩姐两个案都是标的是3亿多嘛，3亿3000多万，我们从砍1000砍500到现在就是
小砍200万，啊，其他你动十分之一，提一个报告，把我们刚刚关心的议题提一个报告，好不好？啊，就200万自行调整科目。好，那请各位人支持，好不好？好不好？整个这个辐射中心的159,926,000元。主席，可不可以让我说明？还是有机会说明一下，因为委员提了很多问题，我想还是要留个记录，我想能够说一下。说你就我们假如刚说要求的书面说明，我们都会做，一定我们都会提出来书面问题。我只是想说，借这个机会，还是让委员了解一下状况，因为可能大家对我们中心还是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我会很简短说明一下，可以吗？很快啊！好，就首先对那个专利的问题啊，那实际上同步辐射中心是一个，我们是服务全国的产官学界来用的单位，我们不是一个专利的产生地，所以我们其实专利30几件听起来很多，是非常少，因为我过去是清大研发长，我们一年就100件的美国专利，所以我们专利数其实很少。但是今年刚才讲的那件事情在发生当中，是明年今年12月就有公司要已经要签约了，就是专利，我们专利要计转出去。第一件是因为盖新的那个TPS 以后所产生的那个技术跟那个，就是台湾光子源，是，他们是建造台湾光子源的时候得到专利，不然的话服务是没有专利的了。对，所以因为就是他们盖那个地方非常多的那个电子自动化或是精密机械所得到的专利。所以然后那个谢谢部长帮我解释啊。那第二部分就是我们其实很多技术的 know how， 那个其实比专利还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在盖加速器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有台湾很多本土产业获得我们那个技术，它去提升它产品的水准，有国际竞争力。然后刚才讲的这个泰国这个案子是说，我们已经有这加速器建造的技术，所以最近这个泰国案子是刚刚签的约，未来3年要帮他盖一个超导增频器，那是一个加速器的重要关键设备，因为我们台湾有过去几十年发展技术，我们才能够盖。所以稍微呼应一下刚才蒋委员讲的，我们目前台湾在同步光源的技术在亚洲是数一数二的，这我们是拿出来，而且对。来，我们台湾跟他们讲，除了韩国、泰国之外，是其他的国家，而且不要局限于亚洲。100是，对，蒋委员，我再跟你报告一下，过去一年全世界最重要学术单位的这个杂志封面，我们已经出现5次了，所以其实这在我们对也是赚了100万。这个。我们主任是来自清大的教授，他可能不太了解这个经济效益的问题哦。对啦，那我们再来重新做一下预算数的处理哈。来，我们这个啊，谢谢我们各位委员支持的哈。我们财团法人国家同步辐射研究中心发展计划哈，这个预算向下159,926,000整，我们呢减列100万科目自行调整，那其余冻结1/10给书面报告，把各个委员要求的具体，包括陈学圣委员说的啊，要怎么样增加经费来建制更好更强的光子源，来提升跟我们台湾的产业界甚至进军国际的一个应用面的结合，这个都要写在报告里面，好不好？好，谢谢。好，感恩哦，2分钟赚100万，谢谢啊，主任，谢谢。来，接下来智慧园区推动规划及管理，全部一起，好不好？来，129-134。智慧园区，来，市长在这里。来，有蒋乃馨、陈学圣、张廖、万坚、黄国书，还有本席及苏巧慧委员等提案。谁要先？来，陈学生。动四百就好了啦。智慧园区啦。动400啊。我动200而已嘞。全数通缉，阿伯来，奶公开始。你们那个推动办公室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今年成立的。麦克风。这个办公室是怎么样的一个性质？我们现在因为3个月就，我是想了解一下，就是说你这个办公室有没有法源？我们这是一个计划办公室。
计划办公室的话，主要的目的就是因为我们三个园区管理局都有编列智慧园区的预算，是建制的预算。可是如果三个园区管理局各自做各自的话，它就不会有一个整合。所以我们成立一个办公室的话，就是做一个整体性的一个规划，然后他们的资讯方面要整合。在我们的部本部，部本部，对，这是部本部。你们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审预算的时候，你有没有跟我们讲过你要成立一个办公室来重做助理？有，就是今年的时候没有、啊，今年有，今年没有嘛？你是、我们这是去年审的预算嘛？对，对呀、有，我们那时候就是已经有成立。今年什么时候成立的？因为我们是六月的时候行政院核定嘛，所以我们是六月之后成立的。那你这预算是105年开始嘛？对，对不对？对。所以我们在审105年预算的时候，你就应该告诉我们详细的状况，是要成立一个办公室来推动这个，还是怎么样子？在我的印象里面，我们在审105年预算的时候，你没有、啊、有。今年只是一个连续型的预算，是第二年配合，第二年的预算嘛？对。有。对啊，有吗？有，我们是延续性的，我们是延续性的，延续性的嘛，本来就是延续性的预算嘛。对，我们如果没有一个计划去做整合的话，变成三个园区各自做各自的，这样就资讯的话就会没有办法整合了，就没有一个效益的。去年有来，你跟委员报告，去年是多少？知道是105到108嘛？对，连续型预算我知道是105108嘛，对不对？对，这个。105到108四年计划，这我知道啊，公务预算分摊513000万嘛，对不对？可是你们没有，我的印象你们没有讲要成立专案办公室啊。嗯，因为专案办公室才比较有一个整理啊，没有一个整理的话，可能怕那执行绩效会太分散，在科技部部本部，对不对？可是你是现在专案办公室谁在负责？目前是资策会得标的。资策会得标，对，资策会得标的，我们是公开招标，资策会得标的，然后把你们的业务委托资策会来处理。他只是做管理而已，但是各园区管理局的资讯标案的话，就是民间厂商去执行。那专案办公室要多少钱？好像是八百多万，但是因为我们整个计划它是一年大概有2亿多，所以它大概要做很大的这种资讯的一个管理，还有它还是有相当大的工作量啊。我是想要了解一下你资策会专案办公室它到底负责些什么东西，好，到底做些什么东西？来，先把资料可以的赶快送给蒋委员。委员这边来，我问一下。来，好，来张廖委员。我的那个提案说明里面哈，有跟你们要了进一步的那个财务计划资料了哈。你们这个当然是105年到108年的一个计划哈。那你这个计划里面，财务的给我的那个财务的那个参数里面有评估期间是从民国105年到134哦，长达30年呢。然后你收益的项目还有所谓的收益项目哈，你收益的项目里面哈。大概7亿多啊、哦，7亿多。那7亿多里面，我看一看，看一看你给我们的资料，大概都是停车费的收入，还有一个污水，还有一个污水哈、哦，那个中科污水处理厂的那个收入啊，哈、哦。那其他的那，你们是把这个东西的收入，把它纳入将来的那个，还要再持续投入的预算里面吗？不然怎么你这个收益收入的部分就不纳入我们在建制的，因为它是后续的收入。那我们这只投入4年的建设而已。你投入4年5亿多，然后说未来的30年有7亿多的收入，这个对。这个财务计划我真的看不懂，怎么会这样做？这个5亿，当然你做这个我没有意见了哈、哦。这个智慧园区这个大概要整合那个整个资讯的那个管理哈、哦，来提高那个效能，这个都有 OK。可是你说财务的一个效果是后面的那些东西，我是觉得7亿多，我是觉得这个有点奇怪、啊。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哈，就是说我们在做公共建设计划的时候，都要去评估我们投入的这些公共建设它后续的可以产生的效益。那因为我们里面有说做一些智慧停车、智慧交通的部分，我们会再跟厂商这边做收费，累计起来大概会有7亿。所以你这个跟厂商收了要收30年就对了。对对对，用30年来估计它的这个效益的部分。是用估计，这是你们的计划而已，还是真的会收到这些钱吗？我们大概估计会收到7亿。七亿对。中科停车场也有，每年600万，然后那个竹科每年1650万，对对对对对。南科也有，这本才写的。工程建制也有80万，那是。那个到底是？调一
是什么的收入，我觉得很奇怪。就像比如说停车费这种的，因为你建置智慧停车系统，那你就会停车的使用者付费嘛，然后就从那个地方再把它收进来，这样。这财务计划是真的写得很奇怪，财务计划是这样去计算的。那其他的，现在有些可能没办法收到钱，因为有一些是提供公共服务嘛。我知道，就是如果你写你们那个预期的一些效果，服务体验啊，什么生活幸福提升这个，对，这个我可以理解啊。对，可是那个财务计划那个用30年来说，我会有7亿多，我觉得有点在骗人的那个感觉啊。还是你们是因为这个就这样写啊？对，这个自偿率没有说很高，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因为30年好像是。像你们那个 LED 灯也是也有做嘛，就4500万啊，智慧照明。那东西30年早就坏掉了啊。所以我在想说，你那个收入哈，应该那个预期的效果哈，有形的收入有形跟无形了哈。对。那财务的话，你有形的收入的话，是指你建置的停，就是因为建置之后有增加那些收入，还是说你把停车场的收入把它归到你的财务计划里面？应该是提高它的服务的品质，但是就是把那个部分提高服务的那个品质的那几个项目的收入都算进来。所以其实我只是要跟你讲说，你停车费这个什么污水处理厂，这本来就有了嘛，所以你这个收入，你这个财务是掰的嘛，对不对？就是它可能会增加一点，也许不是说全部7亿。好了，我只是想要证明我的想法了。那我想做这个是有必要，但是我们希望了解更多了哈，就是说不是说啊，因为从今年开始，然后未来的4年，然后你的投你要整个园区的那个智慧管理哈，要做那个示范园区。我是觉得我们当然都希望朝这样发展啊，这个钱投入也没有问题了哈，但是因为不了解，所以调了资料之后，我看了一下，我发现说那个我以为还有财务收入了，结果我发现那个是你们的一个市场啊，那个市场也很勉强啊，那个真的很勉强，本来就有了嘛，那不是因为你们做这个项才会有污水收入，才会有停车场收入嘛？好，谢谢啊、哦。好，来黄国树。我觉得万坚委员讲的很有道理啦，你这个市场有办法算到30年？有办法估算到30年？有办法吗？你那智慧停车，你用30年？30年好像是那个国发会规定的期限、欸、是这样子吗？是有这个期限吗？我觉得这个，但是他可能后面已经折旧完毕的，可能就收不到了啦。那可能当然啦，他是在30年，可是可能也许是可以收的时间是比较短。你们可以超三个七月，不可能都是。那好，不管了，来我来问一下了哈。当然这个计划很重要的部分，我们当然希望可以提供一些产业厂商的资源、哦、你要媒合、哦、要媒介、哦、我想问一下，那现在那个中科二林园区现在呢？现在厂商进驻率怎么样？中科二林园区的话，这个计划有帮上忙吗？没有。有帮一点点忙。其实跟委员报告已经搞1年了吧？对，因为我们现在二阶环评过哈，厂商就可以。二林园区有没有算智慧园区？我们将来厂商进驻就会搭配上去，现在就会搭配上去，是，所以你这个计划没有办法帮助二林园区的招商或是厂商进驻嘛？当然不行嘛。那你二林现在进驻率多少？二林啊？现在是一家在营运啊。然后我们二林园区可以进驻几家？现在已经通过审查，准备进驻大概有17家。那他要地大概128公顷，那128公顷到目前为止只有一家。对，而且等二阶环评，我们要等二阶环评，因为诉讼和解，所以要进入二阶环评。那应该几个月后大概就可以开始。哎，这个、然后再我要问哦，那中心新村呢？目前我们引进了10家，大概有7家，大概陆陆续续要进驻营运。那中心新村对，那有进来了吗？中心新村有。那中创园区里面有20几家，所以总共大概30几家。中心新村未来会有30几家会进驻？是。我目前已经有30几家。是。那这个计划有办法帮忙中心新村吗？有，因为我们像那个无线的那个 WiFi 的环境都有。中心新村未来整个中心新村未来的发展，全部现在都是科技部在
在主导规划嘛。我们跟文化部有分工，然后现在有一个文化部很少很少啦，就艺术家啦，那几艺术村，就艺术村那边嘛，其他全部都是我们科技部嘛。我们还有跟交通部啦，还有几个部会，经济部像 VR 那个 AR 的，大概也都会进驻。哎，卫福部远端医疗照护的也会参与。好啊，那个土地我们之前有讨论过，是土地有部分是南投县政府的，有没有跟人家要准备处理？哎，我们有谈过了，那现在就是说只要政委那边有一个协调之后，我们就配合办理。你们会配合办理这个土地，那你们要弄那个土地使用的计划书出来啊？可能你们有准备吗？我们有把资料先送给政委那边看。哎，已经有吗？这个事情，对，邱市长你知道记得这个事情吗？那现在有没有就是中心村有关于土地是南投县政府的部分，我们要去办理拨用土地交换的事情？这个也现在有开始在这个部分，现在是政委那边要来跟我们要资料了，好，看看我们这边是不是提资料给他，好，然后再看看政委那边是不是要来协调一下。不要说他怎么会拖这么久，政委就是要协调啦。现在拖了那么多年的事情，那你们拖太久了，真的拖太久了。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再去处理这个事情了。你们只要提出，我科技部要用南投县政府的地，然后人家南投县政府也非常乐意，那只要反正也是你们在用嘛，你们只要在程序上，你们只要提出土地使用的计划书，因为我们在用嘛，那我就不知道科技部为什么到现在还要一直要等政委，还一直要等。好啊，等啊等啊，等到现在等多久了？好了，部长，这个事情怎么会一点进度都没有呢？这个、怎么一点进度都没有？这个国书委员是南投人啊，所以啊，这件事情啊，尽速，然后部长刚刚有点头答应要赶快来处理，好不好？好，不要卡在一些程序的细节，我到底要政委还是要谁？我们难道科技部没有办法发动这个事情吗？对，可以啦，可以嘛？以怎么会这拖太久了？好，不好，所以回到这个预算，回到预算啦，预算哈，我不同意这个预算全数减列了，好，着动400，好不好？着动400，然后你们快点针对我们所有委员提出来的质疑，包括刚刚万建委员质疑的那个部分，我觉得你们都要有书面报告出来，好不好？那个、好不好？我的部分提出书面报告。因为那个在竹科，他这个预算哈、哦，竹科、中科跟南科里面都有嘛，都有相关的预算嘛，对，都有相，我看了有相关的预算嘛。而我是觉得，我们今年开始做，那事实上对这个案子大家理解度不高，透明度也不高，你们的财务计划评估也让人家觉得是在写文章啦、啊，哦，好像在跟国外会讲。对。那其实他的财务效益到底是什么哈、哦？能不能更清楚地跟我们讲？那如果说今年的你们今年已经有执行了嘛？那我们这个是明年度的预算嘛？我是建议哈、哦，冻结一半啊，五分之一好了，好不好？五分之一，然后你在，因为你今年执行的成果，好、哦，我就要跟我们讲，好、哦，要跟我那个赵伟。今年的成果要跟我们讲了、啊。好，我们再提供书面。来，等一下，我先宣布一下哈，等一下这个科目预算处理完之后，先休息五分钟。来，蒋委员。主席啊，这笔预算呢、啊、是105年到108年的连续性预算，对不对？所以105年就有编。我们在审105年的连续性预算的时候是第一年嘛，啊，就是去年的时候。在去年的预算书上面是告诉我们是说总经费是14.13亿，那我们看看我们今年的预算书总经费是多少，10.16亿，少掉4亿、少掉四亿，预算数的不同为什么要解释一下？你既然是一个连续型预算，你今年的预算总数怎么会比去年少？对，这是有问题的。当然你下面写的是今年的6月22号行政院把它砍掉了，那我就是我们过去一直在讲的，行政院没有核定的预算不要送到立法院来审查，行政院没有核定的预算不要送到立法院来审查。我们立法院是监督行政院，行政院你定案的东西我来审，行政院没有定案的东西我们来审，通过了以后行政院自己再把它砍掉14亿，再砍掉4亿，我们立法院算什么？
这个有失我们立法院的立场。如果我给你预算通过的话，那我们立法院算什么？嗯，行政院立法局，而不是立法院呢？所以你今年的这笔预算书，你看他这笔预算书，嗯，300万，对不对？已经少掉了十亿吧，然后公共预算是5300万吧，对不对？可是，在去年的预算书里面，公共预算是11.9亿耶。去年的公共预算是11.9亿啊。对，你这两笔预算怎么差了这么多？而且你们在这边也不讲啊。那你少掉4亿，是少掉哪些项目？少做些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啊。来，赶快，谁可以回答姜委员？那你这笔预算是不是要全部删？你重新来过啊？来，你不尊重立法院嘛？我通过了给你的四亿，结果你行政院自己把它砍掉4亿，只剩下10亿，怎么可以呢？来，市长。哦，我是不是说明一下哈？他这个整个计划通通变掉了。对，来说明一下，来说明一下。我想刚刚委员是讲的对的，就是说，因为这个计划是行政院他在审查的时候又删掉了一部分的工作项目了，那主要删掉的工作项目是有关园区厂商的智慧学习的部分呢，那一块是比较没有一些公共服务的这个效果，所以那时候行政院把它砍掉了。那去年在审查的时候也有一个决议是说，等到行政院要核定的时候再动支，那时候有做一个附带决议，后来我们也遵照委员的那个决议，后来我们也是这样去执行，所以我们其实是在今年11月的时候再动支那个才解冻那个预算。这个就是我一直认为，我们立法院有立法院的立场。我们立法院是审查行政院定案的东西，而不是去审查行政院还没有定案的东西。对，都还没到。对，那行政院砍的比我们立法院还要多啊。所以你在那个说明的时候就要讲出来，为什么行政院把你砍掉那些，是因为对于园区的厂商的一个这个服务的问题不具有公共服务的性质，这个就跟刚刚黄国书委员一直在讲的，不可以去帮厂商做本来属于厂商该做的事情啊。我们国家的政府的预算，公共的预算不应该去支用特定厂商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或是资源的一个预算性质嘛，对不对？如果行政院砍的有道理，那就是你科技部编的没道理。他们要讲清楚啊，对不对？如果行政院砍的没道理，如果科技部有道理，那就行政院砍的没道理。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们立法院不能说是给你们这样子随便糊里糊涂的乱来。不。报告委，就是说因为其实去年的时候行政院也给我们一个函，他原则同意这个计划，他有原则同意这个计划，只是说里面的这些自偿率还有工作项目的话，他还要再做细部的调整，后来就是做这样的一个调整。那我一个原则同意到正式函定就差了4亿，差了1/3耶。如果反过来讲，如果我们在去年审预算的时候我要砍你的1/3的预算，你同意不同意？你不同意啊。那行政院为什么，我们立法院接受你的意见以后，你们回去自己就砍1/3，那以后就通通给行政院去砍了。试点计划嘛，试点计划。那就通通给行政院去做，去审就好了嘛，我们就不要审了嘛。那我们算什么？我们立法院真的，我们立法院算什么？我今天不分任何的政党，去年文化部的预算行政院没有通过了，我们全部冻结不给他审，等到行政院文化下来以后我们才来开始审，对不对？当时招委也提的案，我也提的案子，我们就是这样子做。就是说，我行政院定案的东西，你再送到立法院来。你不要行政院还没有定案，你就先送立法院来。那我们立法院玩什么？当做什么？把我们当做立法院来玩我们立法院吗？不能这样啊。还是程序问题啦哈。我来张廖委员。所以我们现在才了解嘛，就行政院6月才核定嘛。所以我那时候给你们调的资料，你们105年2月写的计划其实是10亿嘛，10亿多嘛，对不对？后来6月通过之后就剩5亿3，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啦，不是。是这样子吗？公等的。你现在4年要执行的。去年的时候，行政院先发一个函说原则同意这个计划，但是计划的经费跟内容跟自偿率的话还要再调整。所以你们在2月提出。我们后来我们就提出一个调整的计划，然后让6月22号正式同意。正式同意的，那所以正式同意的经费是多少？这个就是10亿。十亿吗？现在这个版本对。是10亿没有错。那你们现在公务预算是5亿多，
唯独啊，另外对，另外还有那个作业基金，作业基金加起来一共还是10亿就对了。对对对。对了，换个角度来讲，就是不该给的我们也不应该给了，不该编的预算也真的不应该编了，也是尊节了。换一个角度来讲了，虽然这个程序上对立法院是不尊重的，刚刚江委员提到，这是我们很多部分党派的员共同的一个想法，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是不是大家来处理这个预算，看怎么处理，然后我们附带决议。他们其实到十月才到现在，我们十月才解冻哎。他们其实都整个计划几乎都还没动嘛。对，那我们去年编的那个预算哈，行政院那时候先有同意我们第一年的预算，所以其实我们不多嘛。第一年的预算也是。你们去翻翻看预算法33条到第预算法39条嘛。是啊，所以我看冻结一部分，请他们再说明了，看对不对？你们自己去翻翻看预算法的，因为他们那个最新的预算也是六月，你六月份才核定嘛，十月份才解冻，那你现在要急，你们106年要送上来了，我看我们过年有办法执行吗？明年有办法执行吗？问题是，今年6月行政院才核定，你为什么去年就把预算送到立法院来审议嘛？我跟委员报告，就是去年行政院已经原则同意第一年的预算，原则同意是不算数的。那六月是，如果行政院算数的话，他就今年要给你14亿，不是给你10亿。他是比较删全程后面的预算，不管嘛。但是第一年的预算绝对没有续编。你怎么到现在还搞不清楚呢？你怎么到现在还搞不清楚呢？我还在估啊。预算法最难攻那个冻结的二了，对不对？预算法33到39，你们回去自己去看。要动多少？对不对？我们动1/5了，好不好？新旧政府哎，那个新旧政府政策不同。我们通去年立法院通过的计划，我们跟你现在行政院核定的计划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也不知道。新政府政策大概就觉得对不对？要希望你们调整嘛？没有关系啊，你要行政院讲怎么调整，你要告诉我们呢、啊。我们不知道啊，今天到现在为止，如果我不把去年的预算书讲出来的话，你到现在还会讲告诉我们说这个去年的总预算已经被行政院砍掉4亿了，你会讲吗？你也不会讲啊，我们大家也不知道啊，就蒙了鼓里面就这样一直给你们通过啊，还是我们再提高书面，对不对？那可以啊，等你书面资料我再来审啊。来全部冻结专案报告啊！我们先把它冻结了，冻结全部冻结专案报告啊！卖了，奶工卖不行啊，不能这样子。那我们立法院，我跟你讲，我今天我不是针对你预算有意见，那么只是针对立法院站在立法院的立场。如果行政院这样不尊重我们自己，来立法院通过的东西你自己还要砍。来，我刚刚讲说哈，大家都累了哈，我们先休息5分钟了哈。不是这个有一个解决吧，你这个科技部的预算今天不可能审完嘛，对不对？先休息5分钟，那个来讲一下啦。审不完吗？现在才10点多，不要审到几点？哎，后面还有很多哎，后面还有很多哎、啊。后面主决议很快啦。很快啦。哎，你这个怎么样？你吓死我！要怎样？我要审到晚上9点。来休息5分钟，赶快先讲清楚。那审不行啊。你要讲。我本来家有妻小要照顾哎、欸，你妻小每天看，不在乎这一天啦。我要约会呢，没有关系、啊，快一点。他终身大事、啊，我不耽误你的。太重要了，这事关我要再嫁不出去就很麻烦了。我们在，我们学习，我们学习，我们靠自己。跟你们议会都不一样，是不是？我觉得这样子，去年我们也没有说已经很糊弄，非常糊弄了，是不是？是啊，我们是不晓得议会了，5000万。对，我一直都听说以前预算是好像是比较严谨一点，对不对？是吗？对不对？行政院没有定量的东西，立法院怎么审？我们讲的是先有计划，对不对？但是我们第一年确实是，你们都是便宜行事，对，不要便宜行事。等一下，他五分钟之后讨论呐、啊，就看决定。然后刚刚问是下礼拜嘛，对不对？现在要干嘛？要便宜行事，你要行政院去走。啊，礼拜三就直接审原则的，礼拜一是去核验。对，就是我刚刚问，我就是想礼拜三就接着审原则的预算。礼拜四早上的秀啊。
他要巡查那个学生名校的时候，他还要预算，然后下午再开始。他现在是在多他这样啊，就是现在是他会的，就是幼儿费的原住民的教育，他就是自从在教育，所以他刚为什么要教育完三个公民完又不行，另外再生。他们这半年，在讲那个就打水仗，所以那总监就是高经理。如果总监变成是自筹失益，对不对？那总经理变不变？你教育部到底提多少啊？注意点。九十几案。九十几。九十三。我助理，我做事不能再想几案吧，拜托大家都念厚厚一点，我做事。不是因为他很多啊，他有国际社，有很多基金会啊。基金会是不是可以先？基金会在后面，基金他是可以先动的事情，可能到去年。然后他就公益上相关。然后你这上面写的是计划办公室吗？没有特别。刚刚那个预算就写成立计划办公室。你现在今年的预算就是我那么厉害，你要逼人家干嘛？谁是要队长？我们两个签的，然后去两个地方的人要三个案了，他叫我。要教育部要列出那个退场，你既然编25亿了，那你就要列带要退场的学校名单。我们两个签了嘛？哦，签了以后我觉得不太对。签不到第三个嘛，所以我们就拿回去跟他讲。就跟他讲说，到第三个大家觉得有一点意见啊，是不是可以再针对一下？然后结果他就说，那没关系，那我们不讲了，那我们之后会继续讲。然后我也没有讲这个。其实我要签的时候，我赶紧告诉他，哎呦，那些箱子被提炼的，被提炼，那去年你都不用招生了啦。核定没有人敢看我们，不同动作我们都尊重我们的意见。东海是谁的？东海外啊。啊，我是外国。哦，东海外，是干点吗？是啊。东海一定来缺吗？如果没有，如果我问你，如果弄一弄，东海有想办吗？东海有那个最起码一样盖的。对对对。现在东海有说政府部门怎么可能去私人的学校去做？太可怕！他们好像有一个财务系统。后来跟齐昌那时候，他们上个礼拜有来，我们还在讲说，台中市政府要盖捷运，现在还没核定，但是在计划里面其实可以在东海跟龙总快跑，他们都希望停车场。我说地下停可以做地下商场。其实那个才会，那才真的是用停车场。应该我跟你讲，动校他又不是不晓得，以前东海的师生最，哇，那没关系的，那这种没关系。啊，作业基金放到最后面，另外再排时间也没关系啦，好不好？好，我们都用什么事情去搞我？无啦，我是为大家拢知影，免等你走拖啦。银行刚说两拖，银行刚是无拖。今天礼拜四无拖，银行无拖。好，大家请就坐。
这个考量到我们很多委员啊，大部分委员啊，几乎每个委员都很认真啊，晚上都要回去跑托哈、啊。我们今天开会到五点半啊哈。来，刚刚我们还没处理完的智慧园区推动规划及管理哦，129案到134案。来，刚刚有全数冻结，有冻结400万，有冻结1/5。来，请各位委员来讲，有没有可以商量的地方了？好了，五分之一了。好啦，五分之一要书面报告了。不是，这个是这样子了，我刚刚讲过哈，他们14亿，我们通过了整个计划，对不对？你现在自己跑到10亿，少掉4亿，这个4亿钱是做还是不做？是变成他的自筹还是？就不做了，这钱跑到哪去了？对不对？如果他是自筹，我就是把预算删掉了，他自筹的部分还是可以用啊，因为他要自筹经费啊，对不对？那所以我们今天到底怎样？说实在的，他应该要主动跟我们讲，是，他不主动跟我们讲啊，对啦，所以他得到教训，我们要告诫他了，好，所以基本上来讲了。他们讲科技部讲说动三分之一，我觉得动三分之一还不够啊，动二分之一，书面报告，专案报告，书面啊，他1000多万你给他二分之一动掉了，他没丁没当啊，书面啊，好不好？动二分之一书面。动啦，动就好了，动啊，书面啦。那他什么时候把报告给我们？两个不同的计划内容呢？你要尽速啊，好不好？尽速。那动二分之一，然后书面报告，尽速送交委员会给各位委员。对，你们一定要把你们的原先14亿的计划是什么，现在变成10亿是什么？如果中间公共预算少掉的钱是你用你们自筹的话。那你们就要把自筹的部分讲出来，你们哪些是自筹的？我要先扣，否则的话，我现在就可以要求你用今年用自筹的方式去处理啊，对不对？对啊，当然要跟我们知道啊，你否则的话，我们好，好吧？好，那而且做一个主决议了。好，你主决议以后，行政院没有送来的、没有通过的东西，不能送到立法院来审议了。好，等一下在主决议里面，哎，谁可以帮忙？请议事组写一下嘛。议事人员写一下好了，写一个主决议案的，等一下。好，来帮忙蒋委员拟一个主决议文哦。好，谢谢哦。那我们在这个智慧园区推动规划及管理这个项下哦，我们冻结二分之一哦，书面报告。好，那我征求各位委员，因为这个非营业特种基金呢，哈，这个预算数非常庞大哈，而且加上早上哈，我们有委员要求哈，未来要专案报告哈，我是不是请求各位同意先暂时，我再另外再排时间来审，好不好？因为今天有科学园区的三个园区的主任都在现场，是不是今天可以先审科学园区的，那下次他们就不用再来。好好，不是，这笔预算怎么处理？没有，就暂时搁着啊，我另外再排时间、啊。就是还没有处理。还没有，我们先不要处理啊。顺序交换一下了，好不好？那他基金就不能审哦。我基金还没有审呐、啊，还没啦。因为他这笔公共预算是投入到基金。对基金来讲的话是一个收入。我现在意思是说，我可能在我下个礼拜，我执招委的那一个礼拜再排一个时间来审这一个整个大的400多亿的科发基金，好不好？好。好。好。这个所以这笔预算还是摆在我们委员会，暂时不处理，还是摆在委员会，好，好不好？我们现在先来审科学园区了，好不好？科学园区跟主决议的部分，我们希望今天可以处理完。好，来，处理主决议吗？来，科学园区。那个科技部的主决议不处理吗？主决议先跟科学园区先来一个闹叉，先科学园区啦，先来审预算啦。等，预算那点名。
来，我们是不是先从竹科开始，好不好？税入啊，我怎么觉得他们？太粗糙。我们在议会说不是延迟，我们讲十倍，不是看你要一页一页算，一项项讨论，我才觉得这里怎么这么低级。我觉得是。来，我们的这个竹科哈，在226案，税入的部分哦，226案到230案。好好，公牛啊，新来。好，来吴思耀委员，我在你们的行政规费收入，我要求增列296万，主要就是竹科。竹科是台湾科技园区的龙头哦，那但是我们的这个出租率，除了新竹跟竹南园区100%的出租，铜锣、宜兰都没有达60%，对不对？那另外呢，再看看你们自己往年的决算数，如果以104年的决算数，这里是多少？千万、十万、百万、千一千万。105年的预算数决算数是1300多万，但你们今年也只编890几万，明显是比实质的少编。基于两个理由，一来是 push 你们去强化出租，引进更好的厂商来进驻；第二个是符合核实来编列你们的税入，所以我要求增加296万5000元，这是核实的要求，你们去执行税入的预算，让国库可以更充实，好不好？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好反对的，就是核实照你们的决算数，你们收得到这么多的，但你们编太少了，没有第二句话。来，核实编列。苏巧慧委员，我这里的话哈，我们没有事先沟通啊，但是我连这个增列的数额都跟吴思瑶吴委员一模一样啊，可见得这个大家都是同样的看法。那现在就看园区怎么说明了。来，园区，这其实不用说明，就直接增就 好。那我们还是跟委员报告一下。说明以后，我们还可以决定。从过去哦，执行率可以看到哦，执行率都没有达到100%啦。102年度是36.3%，10345.9%，10476.4%啦。不过委员的期许，我们当然会努力。就期许啊。这主要哈的原因是要公司的登记啊，登记。那这跟他的投资额是有关系。没关系，就给你们。那我们会努力了，但是我主要是以历年的决算数，其实本来你们就少编了，我觉得这个没有二话。其实我们增加了以后也还没有到。对呀、还没有达到往年决算数呢。我们努力可以。就增加2296万5000元呐、好，那这个我们竹科的税入哦，我们来。可难得我跟巧慧写的数字一样，我们没有按那个，对不对？来来来，就照我们的数字，好吧？柯志恩委员是要求增列117万3000呐、我们哎对哦 ，OK， 那怎么样？我都不用讲了是吧？那就照296啦，296万5。好，好，那这个税入的预算哈，我们就增列296万5000元整了。那柯志恩委员、苏巧慧委员跟吴思瑶委员哈，这个并案哈。好，那再来竹科的税出，我们有吴志扬委员有关这个学校的，来吴志扬委员，来麦克风给吴志扬委员。这个南科十中哈。南科吧，竹科十中哈，其实应该是要纳入这个教育部的这个体系，校务基金哈，不要自己再另外成立一个体系哈。它虽然是照顾园区的厂商这些，但是它基本上还是学校体系的一部分哈。所以我们希望它能够尽速完成这个成立这个校务基金，然后纳进去。好，所以我是用冻结，我没有简列哦。好，那要不要回应？好，来主任，编制的问题。
主要的校长遴选哈，那些都是教育部了哈。那对，那教师的经费是编在那个科技部里面哈。那跟委员报告一下哈，就是校务基金是国立高级中学，那现在目前的学校哈是一校五部了哈，有国小、国中、高中、双语部，甚至包括幼稚园呐。所以那从过去国立高级中学的校务基金自偿率都很低了。所以是不是有比较有实质的效益，我觉得是可以大家一起来检讨。那有关经费的部分哦，因为这个经费主要是学校的人事费、水电费用、教学设施维护的基本维运费啦，所以如果说遭冻结的话或减列的话哦，那会影响那个学生的受教权啦，所以对，所以对，是，所以恳请委员支持的。有啦，刚就是完全一样的案子，那我有提主决议啦。那刚刚有听到主任的态度嘛？听起来有那个，你有态度嘛？你有立场嘛？希望，因为我是有叫你交报告哦，我希望是有看到立场的报告啊。这个自偿率哦，本来是很低，对。来，那我是不是建议吴志扬委员，吴志扬委员的冻结？十分之一，那书面报告把吴志扬委员跟苏巧慧委员他们关心的有关这个学校校务基金的分裂，都一样了哈，好。都一样类似了，我赞成了，都十分之一加书面了，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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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那接下来我们这个吴志扬委员的有关竹科、中科、南科有关实验高级中学哦，他的意见都一样，就是预算的冻结数都冻结十分之一加书面哦。那我们接下来是黄国书委员及吴思瑶委员是同一个预算科目哦，来，国书。对，那他现在是这样子了哈，各个这个竹科的时钟，他校长是教育部处理哈，那他的老师的薪资预算是编在科技部嘛，是不是这个样子？对。那有关于这个奖励慰问了，这个奖补助费呀，哈，是不是也应该比照？对，也应该比照现在的政策去做调整嘛。所以我在这里哈，我这里减列三十万了，吴志尧是减列二十七万了。哎，我觉得这也是通案了，好不好？你们也是要配合嘛，好不好？我们就出委员会，然后告各部会通案处理。是好，你就跟教育部那边通案，因为预算是编在你们科技部嘛，你们要跟着教育部怎么处理，你们就跟着怎么处理。好，那通案处理没有问题。好，那吴思耀委员就同意。OK， 好，那我们二三二跟二三三，我们就出委员会并入到时候各部会的通案处理哦。来，再来一般行政哦，一般行政哦，我们有张廖万坚跟蒋乃馨委员两个提案。来，张廖委员。我这个哈也不是乱减列五十了，我现在看你们整个那个一般行政预算哈，2,448,600,000哈，已经比上年度有减少了啦哈，那人事费减少了200多哈，那你们104年度的决算。剩余数你们也是说基于春节支出也有剩余，也少了1560万了哈，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我就象征性给你们350万了啊，这是代表春节的意思了哈。好，来，那蒋乃馨委员，买公你的235，就是讲过非典的人事费用一直在增加呀，要怎么处理呀？可以吗？就早上科技部也是一样啊，285万。主席，我各位跟委员报告一下，跟委员报告一下啊，在科学园区的组织法里面已经规定啊，约聘人员啊，以后是预缺就不补，就转成正式人员，所以已经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哈。那约雇人员哈，我也有提到说九任啊，事实上约雇人员我们今年就新进两位，那平均年资只有4.6人呐，所以并没有说九任这个问题啦，所以这个还是恳请委员多支持的，并没有这个问题。我们蒋委员是冻结而已啦，他一定是支持，因为这人事案嘛哈，人事费用。是跟委员报告说，这重点就跟早上科技部的重点是一样的，对不对？
你既然要长任论，你就把它怎么样把它变成正式，因为约聘人员没有年资，没有奖金，对不对？对他的权益做同工而不同酬，我最重要的重点是在这个里面。那现在组织法里面哦已经这样规定了，所以聘用人员离任以后都要转成正式的人员了，所以跟你的期待是一样的。对啊，好，好，那满跟你有跟起哇，这些人事费用。没有。好，那我们就简列五十万。要吗？啊，奶工。你要不要？要不要？自行调整好不好？这一个一般行政就减列五十万，科目自行调整，给他们一点点的鞭策，好不好？可以，好，谢谢。那其余照列好，来，我们再来园区业务推广哦。因为园区的业务推广那个细目真的很细哦，而且大家的提案的内容不一哦。我们是不是建议哦，就是一起处理好不好？那大家可以赶快就自己的提案先讲好不好？因为好。好，我来讲236了哈。好。我想那个主要是针对一个那个问卷调查哈，我们去了解那你们的回复里面，我们还是觉得很奇怪。虽然只有79000块了哈，那科技部他已经做了园区满意度的调查了哈，那你们是说那个是针对政府的政策哈满意度的调查？我是学民调的啦哈，你们79000块哈要做民调其实没办法做，那你们又说这是个案访查啦哈，就这个到底是什么预算？我在中科在南科都没有看到这样的预算，这79000万到底要做什么个案访查？能不能再说明一下？79000。跟委员报告啊，这主要是去问厂商哦，联能啊，看看我们同仁有没有去跟厂商要好处啊。这要作业费，这也是。这个我是觉得有点奇怪了。我相信你们的那个啦，如果有个案检举，你们那个会处理嘛？对不对？你们那个希望通案去了解有没有厂商认为政风处，你们政风单位会处理嘛？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政风单位在处理。你们编这个有点奇怪啦，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我在中科也看不到这个预算啊，对啊，我在南科也看不到这个预算啊，对啊，所以我才主张说是79000块，我看是有点多余啦，好，谢谢。好，没关系，那来柯志恩委员，等一下我们再一起处理好不好？对，好，我刚好就把这四个案子，因为钱都不是太多嘛，刚刚看到那么多亿的、千万的，这边都是十几万的，好不好？所以实在是就。就四个案子一起来讲好不好？245、246、248、249啦，其实完全就是针对你们还是来自于旅费的问题。我们先看一下245里面编了两案的大陆旅费啊，我们是觉得说实在的，你们现在这个两岸的关系这么激动，而且你们往来的层级都不是太高，效果不是太好了，所以而且每个人每天的开支是1.25万，我觉得这个预算编列是有点太浮了。还有你下面那个案子也是哦，你4项出国计划每人平均开销，哎，一天要1.56万、1.58万、1.88万、1.3万，这在我们以前哎国科会给我们的钱出国去也没有这么多钱，我都还是要拿以前你们给我们学者专家的钱来比对。这个部分，我不是，我只是告诉你，我们以前出去就是根据地区200块美金、6000块，再这样加加减减，五百哈。各位，哎，1.56你是包括机票饭没有吗？你们是分开来吗？没有没有，全部含在里面。那你们是平摊进来吗？包括报名费，全部含在里面。还是一样啦，我的报名费我有拿出去算过，等下我给你算一个，我到最远的地方，然后来国科会给我的钱，我等下给你看，绝对比你们这个东西，那时候没有一天1.56。1.8万的薄基宽逮几啦，部长，你有领过嘛？对不对？对不对？那部长都不讲话，你看他都头低低的，他就知道这个钱跟我们以前讲，就是应该统一的标准，同样都是来自国会科技部的钱，应该是同样的标准。我认为这个钱是有点太过。还有我，因为我有四个案子嘛，还有第三个248，你看劳动、艺文、运动这些东西，
这个东西其实在你那个其他业务租金下面，其实你已经有重复编列这个艺文活动跟运动场地的租金哦，所以我这边认为说应该是酌减了。不过我想刚刚主席您才是说等一下再统一来做处理啦。还有14249也是一样了，我真的觉得每个人平均消费里面每个报的地方出差旅费每个人报的都是超过1.5万，特别到1.6万，西磊我觉得这个预算其实跟我们以前过去比起来真的是多蛮多的哈，我只是提出这个部分，大家同意来做处理。好，那来，吴志扬委员。好，我两案一案，柯志恩已经帮我讲了，一模一样哈。24是一样的啊，就全部简略啊。那21是这样子，就是说。竹科有很多园区，有很多空闲的土地了，好，说实在都还蛮大的。照理说，我觉得竹科应该能够产生一个群聚效益，哈，大家应该很喜欢跟竹科的原来的场地厂商做邻居了，哦，而且我们现在今天那个报商业周刊还是什么才讲台湾的工业区的工，反而有已经规划好的园区，大家不进去，偏偏跑去外面那个农业区去乱弄，哦，所以我觉得你们在这边好，这三个宜兰、新竹生医跟铜锣，哦，你们的出租率啊，哦，都只有65%、42%哦，那宜兰更夸张，只有2.38%哦。我觉得你们在这方面的业务推展实在做得太差了，哦，所以我觉得我这边提议减列1000万哈，哦，那冻结1000万的部分就是可以在你们报告，好，哦，说你们接下来什么样具体啊，积极的来招商哈，哦，来引进企业进驻啊，我们同意后就动资这样，谢谢。好，来吴思瑶委员。就是因为吴志扬委员的提案跟我刚刚已经处理的岁初是同样的旨意哈，跟那个志扬大哥商量一下，你跟我的观点是一样的，认为他们在招租招商可能不是那么积极，但是一样的逻辑已经不积极了。你又把他，我之前岁初，所以我跟您说明，就是我在我的处理是刚刚已经通过了，大家同意在岁初的部分增加他的这个规费的收入，他的这个租金收入增加了290，税入啦，增加296万、97万，所以我们用税入的增加给他压力。那您在税初砍他，那他就一样啊，都阿德伯金啊，都卖走啊。所以我建议，因为您的已经含进去了，可以把您列为刚刚的那个共同的提案，这样。税入那个没有达成，因为你砍1000万，他压力比较不大啦。你砍了，他就更有理由说没钱就不要做了。那这继续再砍，还这样子还没有警惕，那就继续再砍，啊，不要了。我的想法是，可以砍少一点，但是一定要 砍少一点。等一下来一起处理，而且要提报告。好，那你同意砍少一点？好，谢谢。砍少一点可以啊，但是要砍哦。好了，好，来，还有其他委员来，蒋乃馨委员，没关系啊，给你时间来。这个案子就看主席的结论是什么，啊，节省一点时间好了。对对对，对不对？然后我们再来看怎么处理吧。你先到底要删多少，减动多少？因为刚刚吴志扬委员他提案是要删1000，但是他说他可以少删一点的，哦，那这个预算科目是总额是2,4725,000嘛，哦，那吴志扬委员他讲的是2000多。那主席，来，我回复一下，那他回复一下，再来决定要砍多少，要动多少了哈，给他机会。刚刚有2分钟，可以赚100万的。对，我这要赚1000万才行。跟柯委员报告一下哦，那其实国外出差旅费哦，行政院都有统一规定啊，他审查哦是层层审查，所以事实上是没有任何的灌水的哈。那跟吴委员也报告一下哈，刚提到三个园区，像铜锣园区啊，因为还在像第三阶段还在开发嘛哈，所以陆陆续续都增加。最近富田又跟我们租了一个7.85公顷，那是做 Tesla 汽车的马达哈，这是全世界唯一供应的，所以我们的出租率已经上升到53%了哈。那生医园区啊，事实上目前可以出租的只有3.6公顷而已的。
实际上我们还不希望说很快就租满，因为希望说好一点的厂商，而且也不要养地，所以我们每一个厂商要进驻我们都审核很严格。那宜兰园区像标准厂房今年六月才启用，那28个单元现在已经合配10个单位了。那建厂用地的部分总共也只有33.82公顷，那目前又已经合配1.5公顷出去了，那还有一家要做租地简报也是1.2公顷，所以事实上是逐步会上升的啦。所以有些是还在开发或者是刚开发完成，有些是我们也是很慎重的筛选厂商啦，所以这些部分希望委员多支持。那其他园区新竹地区都满的，事实上很多厂商也是很找不到地。我想请问一下，你们招商大概怎么招啊？ Okay, 你们欢不欢迎国外的厂商？对对对，招商我们常常要去国外招商啊，去国外有些。你们知道，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在运作？之前有一个。行政院的全球联合招商中心在襄阳路，那个其实我觉得还不错，其实有时候你们就跟着去，不要自己另外去，另外去的话多了很多随行啊。那我觉得以竹科的名字这么响亮哈。其实我就知道说，你们这些钱到底是拿来管理，就是说有时候是那个招租的土地的，比如说种花种草，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东西。你纯粹如果是招揽，好的话，其实真的不需要那么多钱呢。不是，如果你是说哦这一块，比如说30公顷是预计要招商的，所以我平常要做比如说路灯。要去剪草啊，要去维护路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有点像工业区的维持费啊。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只是说办理说招租啊这件活动的话，要2000多万，我觉得实在是讲不过去。因为其实你要有一个很好的宣传管道就好。当然不是说只有去招商而已，你要好的环境建设哈，厂商才愿意来嘛。所以我们这钱里面有包括人才培育啊、产学合作等等的经费，并不是说只有出差费啊、招商费，不是这样子。这整个都是在投资里面。真正最大投资推广，真正最大宗的其实是在管理了。好，我是说土地的管理啦。你说人才培育出国什么东西，我觉得都还好，不需要，还是希望委员不需要那么多。那我那如果说你刚才土地说没有原来预算中心写的那么多可以出租的话，其实你加了1.5公顷，加了什么，其实跟那个还是有一段距离啦。好，所以那个报告赵伟，我本来减1000的，现在少减一点，减500好不好？好，减500好不好？吴志扬委员已经很好，他又降低了打五折了，那等一下我们再来商量一下了。来，蒋乃新委员，这个253啊，那个生育园区第二生计计划，它是新增的，106年到109年的连续型预算，一共总经费11亿，有没有行政院通过？要不要经过行政院审核？是要，跟委员报告。要，行政院有没有过？是跟委员报告，我们在105年6月8号计划就报行政院了。那行政院国发会在8月17号是推动方向可行了，但是它有两个意见，一个是增加使用的效率，增加容积率了，所以我们重新调整又报到行政院去，那行政院是应送国发会。我也认为说应该要增加它的容积率啦，因为那个可以容积率是270嘛，那我们过去报的计划是103啊，那现在已经调整到207。所以主席，我觉得所以行政院核定完以后我们再来审，因为你看它的预算书是写一个总经费是11亿，然后今年编的是1.7亿，做什么内容什么 是没有，什么都没有，整个内容什么都没有，到底1.7亿要做什么？是这个10亿要做什么？没有。新竹那个，然后行政院还没有核定。对对，对不对？我等委员讲完，我跟委员报告一下。那如果到时候行政院核定下来的不是11亿，行政院核定下来的是8亿，不会，那我们也不是傻了，就跟刚刚前面的案子一样吗？是，跟委员报告
竹北生意园区哦，进驻的厂商非常远，现在是100%的。那目前等着进驻有8家，我知道。那因为盖也要时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尽快哈、哦，赶快做细部设计，赶快施工了。所以我们希望明年底哈、哦、就能开始建造这样子，那这样可以赶得上整个生意的发展。没有错，从105年跟104年比哈、哦，成长率超过63%。那一百，今站在我们的立场上来讲，是是，我知道，你要我给你11亿，是是，不用，你只要给我1.76亿、哦，那明年可以删掉吗？啊，不是不是，明年的钱哦，就第一期嘛，啊、后年的钱可以删掉吗？细部设计，在后年的钱可以删掉吗？那个工程发包了以后，我怎么删你的钱？不会，所以不对嘛，可是不对嘛，是。扣掉，你说只要保留1.7亿的，就等于同意委员的删除。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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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委员报告说，因为一开始要启动嘛，那行政院哦，他原则同意方向，那11亿只是当初报的容积率是100。局长啊，那我们你这是建设工程的费用，盖大楼的，是你发包的时候要一次发包还是分批发包？不是我们、哦、你一定主体工程，你一定是一次发包嘛？是一次发包，你一次发包要多少钱？1.7亿够吗？不是我们发包的部分当然会等行政院核定。1.7亿够不够吗？不是做业内要做、哦、你行政院核定你就可以发包，我立法院不要知道吗？我立法院要不要通过吧？当然要跟我对嘛，所以行政院核定完以后我们再来审嘛，这是正常的事啊。那这样来讲，比照刚刚的那样，你动二分之一啦、啊、你赶快去弄核，不是你还是让他去核定。刚刚那个是因为已经走下去了，是现在还是开始的，是因为竹科有，中科也有，也有106年到109年的新增的计划，也是一样，行政院没有核定。可是，所以这个部分没有，应该先说哪个？去年文化部的预算也是等行政院核定以后，我们再来解冻。他 这是正常的、啊，你今年你今年我的提议就是动二分之一、啊、我二分之一的话，他就可以做下去了。那行政院到底怎么样核定？我不知道。我而且整个预算书里面，你今年的1000多亿到底在做什么？不知道，没写一个字。这个整个11亿做什么？不知道，没写一个字。你就跟我们立法院要11亿，然后今年要1700万，1.7亿，说不过去了。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哈，因为我们希望说尽早哈动工哦，所以现在什么尽早？行政院什么时候核定你也不知道，因为他已经对他已经核定送过来以后，我们马上排专案报告嘛。对他写说原则同意，马上来解冻嘛。对，你不管怎样，行政院定案以后，我们才能审预算，这是我的坚持。你喊给乃公看一下，行政院不定案的东西，你文化在哪里嘛？在哪里嘛？你自己刚刚讲过，行政院都把你打回去了，你要重新报行政院吗？他只是说不是计划，他没有意见，只是说因为我们的容积率，他希望我们充分利用。你容积率，你一充分利用，你的经费要不要调整？要嘛，要是就好了。要调整，可是一定是大于那个10亿多嘛，因为你整个容积增加嘛，盖的楼层高度。今天我要同意你是同意你这个生技大楼是整个大楼嘛？是，对不对？我不能只同意你第一层嘛？是。我不能只同意地下室嘛？那因为我们其实啊、哦，对不对？是要做细部设计规划，所以还是要有钱去做，不然这个站在立法院的立场，我一定坚持是全数冻结，行政院核定以后到立法院来解冻，是冻结一点点好的，不冻结一部分，让我们可以开始做细部设计。如果我今天冻结，是立法院不负责任，立法院不善尽监督的责任。而且这个国发，你这个提出来这个里面啊，他是讲说推动方向原则可行，只是你还是需要提出来，请科技部相关部会开会意见修正后再行报核，他是这样子、啊。我们已经送上去了。是报核。我问一下主任，这完全1.7亿完全是规划设计的部分吗？那你当然应该要让他去规划设计，才能够有更 detail 的去到院里头，让院里去看他到底要给10亿，还是要给12亿，还是要变成9亿？是啊。乃公，因为他不是工程费。他如果不要编连续型预算，只编106年的预算，可以这样做。嗯，如果他要编4年的连续型预算，就不可以这样做。但是依照预算法就是不可以，所以照说来讲，你们应该是先编规划费用，
然后你规划好以后你才知道你总工程费要多少钱，他这个就是规划设计费、啊、然后报行政院，可是他是用连续型预算，你连续型预算就是不可以，就一般是这样，一笔连续型可能11亿，你连后面的工程款编下去可能编3年或4年，但是第一年的费用就叫做设计规划费，照逻辑是这样，对，一般是这样，他应该不要编连续型预算，你只有编今年的规划设计费可以，你编连续型预算，我在想我们以前的案子是，对，比如说4年的案，没有奶公，我们以前常常是这样嘛，4年的案子他送4年的连续性预算，第一年最难过，因为大家会讨论你的设计规划费多少，第二年的工程费，第三年的工程费，其实是这样，所以我认为我的经验跟我的理解，如果他这一笔是完全是规划设计费而没有偷渡工程费的话，我是觉得我可以接受，但我尊重乃公的意见，可以冻结他一部分。第一个，我不知道他这个1亿7000万是不是都是规划设计费，你说清楚嘛，是不是都是规划设计费，对不对？第二个，只要没有偷渡工程，如果你们要编预算的话，你要只有规划设计费，你就变单年度的预算，因为规划设计预算那个都要连续性预算的第一年了。你要听我讲完嘛？你不要编连续性预算，你编单年度的预算，对不对？你编单年度的预算，你就是规划设计，然后107年你编连续性预算。那你重点讲这一笔是不是都是规划设计费？对不对？里面有规划设计费了哈，但是因为这要招标哈，还有监造费用。那如果说1.76亿有剩钱，我们当然希望工程可以开始发包这样，但是按照时程来讲哦，可能是来不及。我们希望说越快越好，不要发包，所以我们立法院都不知道你总工程费多少，因为这要我现在就要通过你10几亿的钱，让你去发包。一期对不对？你一期你发包是多少钱吧？是，不就是要看那个。我预算省了那么多年，哎呀，没有了。我担任议员以前在市政府公务局，这些工程我搞不懂吗？这样预算我搞不懂吗？是，对不对？我今天就是说，站在立法院的立场，你要11亿，我可以给你11亿，可是你要告诉我11亿做什么，怎么做，做些什么东西，你不能什么都不告诉我，然后我要给你11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行政院都还没核定你11亿，你怎么可以要我给你11亿？部长，刚刚去年行政院还没有核定，就给要我们14亿，结果行政院核定的是10亿。一样的道理啊！我刚刚让步了。今年我刚刚为什么让步？是因为你去年是105年，既然我给你了，可是所以我们做一个主决议，以后你连续性预算你必须要按照预算法的规定来办理。现在马上就面临到这个问题，如果你还是说不按照连续性预算，行政院不要，行政院通过，我们立法院直接给你，开玩笑，那我们都不要做立法委员了。这不是应该我们通到行政院，你们很有经验的案子，立法局去上班去，不要到立法院来上班。第一年是设计规划的。对呀、啊，本来不能这样子做嘛。连续型计划，连续型计划，连续型计划也是要针对你每一个部门，我都是这样子。我进了立法院，我一直在讲这个话。你这个案子哦，主任，你无论如何要针对这十一亿的各年度的预算，106、107、108、109各要多少，大概要框出来。你在预算的说明栏应该做到这个，包括我们今年在审议你的第一笔第一年期的1亿7，那它是属于多少规划设计费或多少是工程费？乃公讲的这个部分是合理啦，哈。那但是我也不觉得说。我也不觉得说所有的连续性预算一定要把第一年的规划设计费拉出来，其实没有，其实不需要这样，只是你现在既然把它写成一个连续性的106到109，你并没有把4年框好，那当然乃公也非常在意这个钱你到底拿不拿的，他是希望你可以跟行政院拿得到的。 是那你们为什么？报告哦，因为我们很想帮你解套。是，我知道。对，这个就是你有两种预算的编列方式嘛，一个是第一年只编规划费嘛，一个是用连续型预算嘛。我觉得这两个都可以嘛，连续型来编才对。对不对？连续型预算基本上四年你工程的东西你要发包，一定是用连续型预算，对啊，可是你无法发包嘛。啊是啊。
对不对？你既然要发包，第一个你行政院本身要同意你嘛，所以还是回到行政院，行政院同意了以后，我立法院才能够按照你行政院同意给你的经费我来审要不要给你这么多嘛。那你现在行政院都没有同意你，你叫我给你同意给你这么多，那这样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可不可以这样子做了哈？就是说核定我们一些钱做规划设计，那整个行政院核定完以后，我们才去做发包，那也可以来做报告。对，是他现在最大家最 care 就是我们要根据我们预算中心所要求的。你如果今天你还是打算要做四年，对不对？我们要求就是说四年你一定你要把它变成四年计划，每一个阶段里面要做的什么东西，你都要条列。这对你都需要把它弄出来，不要把那个母数讲大了。他的十一亿是他自己很诚实的写在这里啦。其实他今我们现在在看的是一亿七怎么处理啦，我们倒不必去做没有。那么乃共他这一笔送上来的预算金额就是一亿七，可是他是连续性，我觉得其实他是方法没有用好，所以针对他一亿七的部分来做，可能会不止十一亿啦，因为我们哦容积率要增加了，你容积增加了以后，因为我们规划出来以后才你容积增加，你的楼地板面积就增加，你的楼地板面积增加，你的总工程费就会要增加，然后你其他的相关设备的费用也会要增加嘛。那行政院到底最后给你多少钱？不知道。那这样啊，乃公，对不对？本来说动二分之一，应该动多一点嘛。那在这种情况，动三分之二，你要我们就同意这个钱，让他可以去做一下，对不对？动三分之二。如果我同意，我有亏职守。动三分之二。我通过的话，我有亏职守，我不能这样子做，真的不能这样做。那他说明里面，这对你个人。他说明里面其实有感觉起来，好像蛮迫切需要，厂商蛮需要的哈。第一大楼跟第二大楼都满了。那你要麦克风讲话。对的。因为我最近有去看哈，我们那个生技。有两个大楼，一个叫生技大楼，一个叫做应该叫樱花大楼，都满的，所以厂商殷切，非常殷切，所以我们赶快要盖第二生技大楼了，因为这个我也知道，因为我们现在推动生技条，我也知道是要快嘛，那你为什么不请行政院赶快核定嘛？对我们为什么要我们赶快给我们这样好了，就是说你给我们先动，对对，那这个部长等到那个核准以后，我们再发包嘛。技术审、政策审一样嘛。你要技术审是你家的事嘛？可是你不能让我，因为你技术审，结果我立法院也变成只能看技术，不能看政策嘛。我们现在已经在调整，对不对？我更理解了哈。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十一月二十八已经送那个准备，已经送那个国发会在审查了嘛？哈。对。国发会审查通过前，我们冻结了。啊，通过后就可以解冻了嘛？好不好？行政院的文定案了。大概可以了，到最后。好，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是事情是好的，但是方法做法不够周延。好，事情大家都觉得这件事情是有必要，但是做法不够周延。就不让他做嘛，然后等他。所以我们不要让事情不成，所以不要用剪的。我不剪，我不剪。冻结好了。哎，对，不要剪啊，用冻的啦。国发会要剪啦。顺序时间了，这样我们好。等一下，来。他如果全数冻结。全数冻结，你们这一段在冻结这段期间，你们都没事做吗？设计就没办法做了啊！所以来供外供了，你本来不是，不是，想要用根本就全部干掉。你行政院来了以后再来编预算，本来就是应该这样。不，你让他们的程序可以。让你冻结不减你的，你还要说啊？我就要做。你让他们有保留一些预算，让他们可以继续推这个计划了。我建议了，我建议了。张廖委员的建议是可以，我们大家来共同来讨论一下，是可以可行的方向了哈。国发会就全数冻结了哈，待国发会整个计划审核核定之后，使得解冻了。对了。主席啊，行政院核定公文送到立法院来嘛？对啊，对不对？我们来审嘛，因为我可以删他预算呢、哦，我不一定一亿七千万通通要给他呀。第一年的。对啊，我不管你多少钱呢、啊，你总经费假设十亿不动呢，我也可以删你总经费呀、啊，我可以不给你十一亿呀、啊，我为什么一定要给你十一亿？这是我立法院的权责，对不对？
你不能说是莫拉，对不对？你我已经不是吧？我们已经说这个很重要，这个一定很重要，这个对产业界很重要。拜托，我们符合程序嘛？我都知道很重要，所以我不是反对，因为很重要，可是程序上的问题，你自己去看看你的预算法，再来讲这个话，你不能光不看预算法来讲这个话，不能这样嘛？主计总处是不是我讲的是不是有道理？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来讲，你行政院的文下来，你送到立法院，我们给你解冻嘛。我讲说不要审三个字啊，你越讲嘛越火。我跟你讲，什么叫不要审？主计总处这边补充说明后，其实蒋委员说的是，就是依据预算法33条到39条，确实要先有计划才有预算。但是因为他这前面有前置作业费，这1.7亿包含了前置作业费，那是不是拜托委员这边就是前置作业费的部分让他使用，但是其他工程费的部分全部给他冻结，不让他使用？全书洞他现在连设计都没有办法进行，是不是可以保留设计的部分让他们可以先进行，然后你建筑的部分的那个营建的那个预算先冻结，好不好？你这1亿多有包括营建的预算吗？多少保留规划费取予冻结，来保留规划，保留规划费了，那其余冻结的好不好？设计哦，都是要公开招标，当然了，公开招标剩多少钱？把大概嘛，那个有一个概述嘛。对，讲个数啊。对，保留规划设计费了，其余冻结了，好不好？对，规划设计应该是，如果说多少给你们够？500万或500万开始启动，应该就可以。就保留1000万，其余冻结。保留。好了，保留1000万，其余冻结了。全其余冻结了，哈。待国发会通过后，对，这样来处理，好不好？送委员会后，实得动之，好不好？这样就很可以的啦。对的啦，他之前有前置，有前置规划费啦。不，那个骑乘你会接不起来啦。接不起来了，接不起来了。他现在连找人家来规划设计根本都没办法，因为规划设计完了要多少时间？我们不要到时候被厂商骂说，你那我们需要合法的规划设计也是要发包嘛，也是要写标案发包嘛。现场的时候你会吵到会骂吗？不会的啦。来，大家都很清楚。不是的，刚刚他已经说明了比较清楚。来，我们真理越辩越明了，他刚刚说得很清楚，这个整个计划呢，行政院是原则同意了，但是里面有一些细项他们还在讨论当中，所以还没有完全核定这个预算数额。那他刚刚说明说这1亿7648万9000元里面呢，有先期前期的这个规划设计等等啦哈，那我们是保留1000万，然后就是动1亿6648万9000元整。不是主席啊，等国发会正式核定之后书面送。容积率的提高要涉及到都市计划，都市计划如果它容积率提高，都市计划已经达到上限，你还要提高，你就无法提高，那就要变成变更都市计划呀。南公，那个变更都市计划跟容积的变更转移，那是另外一回事。他如果没有办法进行，那就不要有那样子的预算给他嘛。对，所以他根本就不要，他应该整个定案的东西出来了以后，跟我们立法院才能审嘛。这个设计定案的东西，我们立法院怎么去审？西部设计计划已经是270，我们是在他以内的，所以都没有这些问题啊。就是说它整个你原来规划的容积率是多少我们也不知道，对不对？那如果是你都市计划是270的容积率，你为什么只设计100多？所以当初是这样，动1亿6648万9000元。我们审预算我可不可以了解？我可以了解，对呀，对不对？那在我没有了解之前我可以给他预算吗？我不同意呀。那你计划拿出来我看啊，但是你也可以同意啊。那你计划拿来我看啊。来，计划的细目送给蒋委员，好，马上送，马上，好，现在赶快去 copy， 好。还有中科也是一样啊。这边等一下，来先处理这个啦，中科等一下再讲啦。新增预算。那个，你们自己看看。来，对不起，我们回归预算好不好？来，
来，回归预算先把竹科先解决，再来讲中科了，好不好？我在。来，我们竹科的这个生物医学园区的第二生技大楼工程计划，我们冻结1,648,900元。好，那冻结1,648,900元，保留1,000万了，规划的部分先处理吧。然后呢，待国发会正式核定公文送交啊，行政院正式核定公文送交立法院教委会，再来解冻啦。好，好 ，OK， 冻够多了啦，这个冻很多了啦。等一下，我们刚刚还有一个第三幕还没有处理。来。第三幕我们刚刚也讲了很久，我来建议一下好不好？因为吴志扬委员说要酌减了哈，那我是不是建议沙巴啦，好不好？我们减列300，让他科目自行调整了，好不好？哦，包括我去投资推广嘿，列了79,000元，包括了，好不好？含79,000元，还有大陆旅费啦，通通都包括了。酌减300了，好不好，部长？300啊。好，300进去。好，但是刚刚那个奶工那个哈，那个你没有动的那1,000万要讲清楚是用于什么？就规划设计啊。要。刚刚一直强调就是前置作业跟规划设计啊。300万那300万怎么去包包营建啊？怎么可能？好，谢谢。没有规划设计而已。你调好啊。来说我们刚刚第三幕哦，园区的业务推广就是减列300万哦，那科目自行调整，但是有这个。吴志扬委员、柯志恩委员跟张廖万坚委员、哦、他们要求简略的项目啊哈，就并入。好，我们的简略数300万，好。还有蒋乃馨委员的简略数也并入，好不好？好，谢谢。那我们竹科还有一个主决议案，那个蒋乃馨委员的主决议254，来，你们有没有意见？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哦，那就照蒋委员的提案照案通过。好，来中部科学园区。来开始。中科呀。来中科，我们税入的部分来。你要先吗？有黄国书委员跟苏乔慧委员。我的政略200万刚刚中科已经说明了啊，这个我同意不政略了，好，因为它是一开始的时候的一些申请的规费嘛，那现在你明年不可能再有这些规费的收入了，好 ，OK。好，所以黄国书委员支持预算照例啊，来苏巧慧委员。我想说我的没有报告就是可以同意了，就是照我的了。是，都没有跟巧慧委员讲一下来。没有，我刚有先问他了，为了浪费大家时，怕浪费大家时。对啊，因为我的提议的原因就是跟前面竹科的是一样，那竹科已经通过了，那我觉得中科其实也应该可以这样做啊。行政规费了不来，共姐。因为还来不及跟苏委员报告哈，那个因为去年会有500多万，是因为台积电它建厂，我们是。建造的规费是收1/1000，那因为台积电建厂，我们就收大概200万的，那他不会每年都建厂，他明年的计划没有有建厂，是，然后我们是说我们已经核实编列，是不是可以容许我们就照这样来编列？可是你说两百万的话，因为去年是超过是129.7嘛，对不对？对。那所以其实我增列的部分也没有到要求到那么多超过100%啊，我是只有照104年这样子来编而已啊，是，只有增加一些而已啊。对，那因为我们大概有估算过目前有2个园区在二阶环评，所以我们可能短期间内还不会有一些建造这样的收入，所以我们想说大概这样是合理的，已经有核实编列了。增列一点了，好不好？好，增列50万。好，我们照主席裁示啊，看中科这边是50万了哈，让你们有一个目标值去努力啦。执行率这边都差太多了，对啊，好，增列50万了哈。行政规费的收入里面增列50万了哈。好，谢谢。那再来税出也是吴志扬委员有一个中科实验高级学校，也是冻结1/10嘛哈。好，书面报告。好，来一般行政。那一般行政有258到262，来过来过来过来，来黄国书委员。好，来这个
公务车驾驶人力委外哈，我去看一下，我们总共，中部科技公务车总共有9辆，可是我们的驾驶为什么要到17个人？说明一下，为什么要到17个人？就9台车呢？是，来说明一下，跟委员报告哈，那个其中有13个人是当初移拨那个省政府的时候的那个技工工友，当时移拨94位有，大概67个都是技工工友。那技工工友他有的是占驾驶缺，所以我们在中心村要收垃圾，哦、所以垃圾车大概有5部，那还有一些工程车，所以我们垃圾车驾驶有5个，工程车及小货车驾驶大概有4个，那清洁队里面有2个，那其中有一个是中风的，他是当那个巡查员。所以这个是，他只是占那个缺而已。中心村的啦，好，到中心村那些了，好好好好。好，所以没有意见了哈。啊，没有意见啊。好，那照例哈，黄国书委员。啊，我的，我顺便把它讲完了哈。260案这里哈，有关于那个厂商问卷、业务推展的这些业务费，哈，是不是有重复编列啊？这个说明一下。是不是有重复编列？是，跟委员报告，这个部分是没有重复，因为这个里面没有那个问卷的那个调查经费的。那这个主要是办理客服跟总机事务。那因为我们的同仁都在忙自己的业务，所以这个部分比较属于没有涉及到公权力的部分，我们用委外的方式来处理。好，好，那再来这个案哈，260案，这个就通案了。通案，对，好不好？这就通案了。261、262，这个就通案处理。好 ，OK， 好。好，那蒋乃馨委员，你的人员维持。26259，也是那个非典型的，来，请说明一下，一起处理，哎、他们都照列，跟刚刚主科一样，主科怎么处理？主科就照列，主科照列，好，那就照列，好，谢谢乃公，谢谢蒋委员，来，接下来第三幕园区业务推广，好。一起处理好了，好不好？因为很多细项啊，很多细项。对，好，263到283哈，我先说哈，263案是我的案哈。我们委办的计划，中科有36项哈，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来检讨了。我们有那么多的委办计划，那可是成效在哪边？我们二年园区啊，已经8年了，那当时。去评估哦，要设置二年园区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征收了多少良田？8年来到现在只有一家厂商进驻，那你跟我们说 ，OK， 未来那些还要环评，环评又就有多少厂商进来？好，那个时候在推动这个计划的时候，有考虑到这样子的问题吗？好，你们选择的那个地点，连高速离高速公路交流到多遥远了？你知道这个都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那个厂商进驻的意愿非常非常低啊。意愿不错嘞，啊，是这样子吗？啊、哦，现在环评还没过嘞。只是环评，那对，那是因为大家真的希望找到一科学园区来进驻啊、哦。但是我们思考一下，8年前我们在推这个计划的时候，到现在只有一家厂商进驻，是当时我们预期的进度吗？我想绝对不是，绝对不是。所以我从这里来检讨，你知道我们的委办计划那么多，多少预算呢？2亿6000多哎，但是你们各部门的委办嘛，对不对？我知道也是各部门委办，但我觉得这个应该要来检讨了。哦，那我看你们委办的计划决算执行率啊，96.67%嘛，对不对？96.67%，当然不低了。但是96.67%还有大概700-800万缴库啊，是吧？没有执行啊。那我这个提案要删减到4500万，我想你们可能也很难接受了。但是我觉得在这个预算哦，一定要酌删了，酌删了。好、哦，我很友善的，我可不可以建议主席在这个计划可不可以让我减列50万，这样就好了。好不好？我们整体来处理啦，我们整体处理啦，好不好？好，来柯政委员。好，我是271啊，因为你这边谈到就是中科的这个业务推展，我们来看看这个业务推展到底绩效如何嘛。那你在这边给我们的计划当中哦，其实对于这个航太产业琢磨其实非常的少，我也不晓得它这个航太产业它到底跟整体这跟你这个智慧机械跟航太产业之间的整合目标到底是怎么样。最主要是我看你们对这个预期成果的说明哦，你们提到就是说这个计划完成可以吸引2到4家厂商进驻。
然后投资金额是2到4亿，培养的核心人才是160，研发人才培育600人次，都很多量化。那到底我们其实还是比较知道说，我们花了这些钱，你到底怎么样是这个产业的效益，你怎么样提升那个效益的那个部分哦，还是我们所强调的。可是目前所看到的都是这些数字，完全看不出来。所以我认为这个地方要去做一个冻结了，好不好？而且你们是在推广这个部分，强烈的希望能够看到。好，那吴思瑶委员，我的是277了哈。那我主要 focus 其实是在那个刚刚国书委员的那个大帽子下面，2亿6的下面。那我主要针对你们那个文创园区啊，反正部长头很大嘛，文创园区的进驻很少嘛。那你们到底去找了文化部的怎么协力，或者是南投县政府，你们的合作关系是什么？好，不要自己，好，我讲完哦，不要自己在那边摸不着头绪，然后一直盯在那，搞了这么久，就是三家进驻，所以这个部分我就 focus 在这一部分。那我觉得是冻结部分啊，但是你要找出办法是什么。好，要不你投大，我们跟你一起投大，都不一样，但是你们厂商进驻都很少。好，那其他委员还有问题吗？没有，我请他们啊，来吴志扬委员先提出问题，再一起回答好了，回答。我的这一部分有三个提案，就是跟上一个部分其实是差不多的啊，就是第一个就是大陆地区旅费嘛，好，刚刚有讲到，第二个就是2650那个投资业务，也是它的它的出租率啊也是太低啊，278是中兴新村的那个高等研究园区开发业务哈，他那边也是可供租用的那个租出去的土地的那个面积比例太低哈，所以那是一样，这几个是一样的道理哈。好，那我们请中科来主任一起回应。张亮委员还有问题吗？来，不然张亮委员。我提那个264哈。那个投资推广那个，我也是看了他的决算数之后，是发现他的剩余都是金长门啦，所以后来我才提要减那100啊，但是我的楼上那个黄国书啊，总额才50哈，所以我不坚持100了。好，那等一下一起讨论。好，那个另外270案哈，刚才柯委员也有提到哈，那当然这个是有关我们中部的那个智慧机械园区跟航太产业的升级计划，我们都非常关心哈。那原则上，冻结1000万，我本来是提说，应该先有计划哈，知道有计划怎么分配这个预算，我们才能够去审查了哈。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也同意冻结1000万哈，就是说，来了解这整个对地方的帮忙哈，产业的这个合作哈，要怎么样推动，这个我也支持哈。那273。有关环安的行政，我也一样哈，我是比照了104年度的决算，今年度的预算，还有我们明年度编的877啊，我觉得如果比照104年度的预算，其实它的保留数跟剩余数哈，它其实都是经常猛的剩余都会有，大概还有100万左右了哈，所以我才提减列50万了哈，这当然可以，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了哈。那过来275案。我没有意见啦，我看那个说明之后我没有意见。280案，我看了那个预算之后我也没有意见，不主张要冻结了哈，谢谢。好，那蒋委员来。我有5个案子哈，那其中3个案子可以一起讨论哈。那269案，这个也是106年到109年的新增连续性计划，总经费4亿5000多万，要不要报行政院？来，行政院核定了没有？核定了。核定了没有？公告在哪里？公文在哪里？那个是智慧机械的这个案子。不是，行政院核定了没有嘛？有，就是智慧机械在行政院已经提过了。核定了，文告在哪里？来，去印一下那个核定的相关的文公文跟内容给蒋委员。我告诉你啊。话不能随便讲哈。对，那个院会他有提过讨论这个智慧机械的。通过了没有嘛？这个整个计划是已经通过了。
整个计划通过吗？预算是通过了。哎，就是智慧机械五大产业当中，这个智慧机械这笔预算通过了没有嘛？这一笔预算目前在，好像科技汇报那边正在审查中。哎，那哎就是科技汇报在审查中，但是没有定案嘛？哎，但是整个计划是行政院通过了。他这个是那个旗舰计划的那个？不是，哎，这个是单独的一个。你们今天早上摆到我们桌上的文字，系跨年度预算计划，是课正送请行政院审核中，哪里有过？对，就是说，行政院审查是整个智慧机械的案子，我刚刚报告就整个智慧机械案子已经过了，但是这个案子在 我不管你整个智慧机械的，你这笔连续型预算，行政院有没有给你审查过嘛？哎，这个正在科技汇报当中，在却还在审查当中嘛？是，对嘛？是你审查当中你对，来你们讲清楚的。来讲清楚，来讲清楚。报告委员，我是不是补充说明一下？因为这个案子跟南科有关系，因为我三千多万在南科。对，那这个案子呢，它不是刚刚竹科的公共建设计划，公共建设计划是要报国发会，然后呢专案行政院核准嘛。那这个案子呢是科技计划，那科技计划呢就是我们有两个程序，第一个程序呢就是把相关的预算呢提科技部，然后报科技汇报，经过科技汇报同意以后呢，这个所有的预算呢一起报行政院，经过行政院核定，那这些程序都完成了，跟我们报告，这个程序都完成了。科技部也科技汇报也同意你了，对，然后行政也同意你了，对，他要同意。那文化在哪里？这个我们对有那然后你今天给我们的资料还在报警行政院和审核中，你在搞什么？我想可能他们误解的啦，这个跟委员报告，行政程序都已经完成了，已经完成的，而且这个是四年计划，那么我们每年呢都要再重新再提预算审查。这你们完成的东西在哪里？我们来看呢。来把那个相关的资料公文给那个蒋乃新委员。好，对，这是过了。到底有没有过？有啦，包委员是不是容许我们呢会后把文提供给您？这因为你们程序完成了，今天早上的白纸黑字上面写的还在审核中嘛？你们回答给蒋委员的那个说明里面呐、才会造成他的误解啦，所以你们要讲清楚啦。是到底他的误解，还是他乱写，还是我误解？可能他写的时候还没有通过啦，对不对？过了已经。如果你有文号，如果审核完毕，你应该把文号写上去啊。好。就是年度科技预算几百亿里面，那个行政院整体已经核定过，都有细目的清单，跟旗舰计划是不一样，所以才会那边在机关的预算里面。这个智慧机器，你可不可以用麦克风再讲一次，清楚的讲一次来。这个中科南科的这个智慧基建跟航太产业升级，以及南科的智慧生医计划，是属于年度科技预算里面整体报行政报科技会报同意，然后行政院核定有一个整体的清单，那所以才会那边在各管理局里面的单位预算里面，跟旗舰计划是不一样的。那所以相关的那个核定的公文跟细目啊，哈，来整理一篇，整理一份给委员会委员，是，给各个委员，好。来，好，那现在开始回答刚刚很多委员的提案说明。还有一个那个高等园区的事哈，是那个跟委员。我讲高等园区，我年年讲，啊，你们那个文化那个变成那个文化古迹那个区，啊，是到底要怎么处理？是最近我要去南投。来，麦克风，你的爱给你好保定麦克风。那个跟那个南投县政府把它划为古迹了，但是我们还是要跟南投县政府协调一下，看看那个南投县政府到底哈、那个我们那个文化古迹那部分要怎么来处理这样了。那最近哈、我们给逢甲大学，邀请了中部所有大专院校哈、去评估。他们都做了非常多的计划，我们就要把这个计划跟文化部来讨论，是不是文化部可以投入了？啊，至于这个投入不是会牵涉到古迹的部分，我们要跟南投县政府是有些是不是可以拿简编还是怎么样哈，给我们使用，让它有文化建设的那个哈文化古建设的那个雏形出来哈，因为中心村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的一个景点啦、假如说我们那个做得好，以后可能半路有一路是有机会的。这样，这个案子讲了好多年了。对，那很多年就是不好弄嘛。编预算，然后也是说我们审查会的决议就是人事费用不冻结，其他冻结。对对对。那你们谈完了以后再来去决定。对了。这个每年出到这样子了，好，今年我们还是用这种方式嘛。好，人事费用不冻结，其他的冻结你们去谈嘛。吴志阳委员要怎么处理嘛？来，吴志阳委员。
拍摄了，麦克风起来，想说想着急啊。乃公，我可不可以跟你当共同提案人？提案人啊，这个案子我可不可以跟你当共？啊，因为我一直讲很多次，我这次居然没有忘记提啊、哦。我的讲法是这样哈、哦，你们要赶快从这里脱困，你们找你们要的。是啊，你们科技部你要的，真的你要发展你的科技产业的，其他的部分哈、哦，你们要赶快切，切给文化部跟，那是南投哈，文化部跟南投县文化局他们自己去搞嘛，对不对？那你这个除了人员维持费，你看你那1000多万，我们就一直在想说，你等于在帮整个这么大的区域在做保全嘛。是不是？但是那个时候听说，我听说了，那个3、4年前那个就是要给我们科技部的时候，以前国科会是吧？就是吵很久了，吵到最后就是这个结果了。那现在我们就是很困难嘛。你可以再吵啊，没有关系啊。啊，再吵。我是觉得感觉上，既然他大部分还是你 OK， 反正我们在努力啦啊、哦。真的，你这么一大块哈、哦。被限制在那里，然后你也不能做什么，你要去做不太好了。这是不是东西？我来补充报告一下。好，你补充一下。其实并没有像外面想象的说200多公顷都是文职管，其实哈、哦、目前36个机关哈、哦、都还在运作。那有只要有空的我们就处理。其实我们大概已经有接近10栋哈、哦、10个建筑大概都已经活化了。那现在只要有空的我们就处理。那即使现在人行总处空的，我们正在用1亿多在整修，然后14户是。要给文化部来，他们来引进这个国际村，12户是创新创业，那厂商部分已经引进大概30几家，其中20家是在中创园区，经济部的中创园区，那我们自己的部分自己建厂大概也有大概7家了，所以并没有像外面想象说好像里面那，哎 ，H， 哎是是，那不是化成活化成是是，那我跟蒋委报告是说。是，那蒋委员关心的这个中间的那个宿舍区哈，最近科技部已经协助我们大概准备修法，因为本来那个只能给园区的厂商的从业人员，所以我们准备把它修法放宽，那放宽到什么程度还要另定管理办法。目前我们朝这个方向，希望能够让这个地方比较容易就把它活化。那部长这边也支持，就是引进中部的大学来参与这个，提出一个文创的产业的计划。那我们希望近期内会有一些案子是。文创产业还是文化部的啦，真的啦，文化产业，除非你要把它真的就叫做，这个中科也好，中科某个园区，就是整个拿下来，你们完成处理，我们要不然赶快切掉了。从竹科的局长在中科的时候，我们就一直讲到现在，他都已经从中科调到竹科张局长。好，你科技部你去管科技嘛，你去管文创干什么？你们干嘛要抱到手上不放呢？Hello， 对不对？当时我们还做决议，让文化部来接手，对不对？虽然文化部不愿意，可是你们科技部也不想要放啊。部长，我觉得很奇怪、啊、部长，我们给你一个力量啦。对啦，我们给你力量，就是说，立法院就只有给我们这样一点管理费，我们只能管我们管的，所以你看看怎么办嘛。好，那我来给你一个力量讲上去。我来建议各位委员，我们来处理一下这个预算科目，好不好？我们是不是因为有张廖委员、黄国书委员，还有包括蒋乃新委员、柯森委员等等，都有3减数哈？我们是不是减列200万科目自行调整？那冻结数哈？柯森委员是同意他降低他的500万的冻结数了哈？29、26、9、27、27。我们整体动1500万呐、啊，好不好？那其中包含高等科技园区，高等研究园，高等什么？高等研究园区啦的开发案，好不好？主席啊，这个，因为光高等园区扣掉人事费用，差不多就是1500万了。对啊，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动那么跟柯志恩委员的500万，按你一千万，那就1500万呐、啊，好不好？我才动300，还有他的300，他的如果他300包含在我这里面的话，我只有动700啊，哎对，没有动到1000、啊。不会啦，我的意思是说，我的意思是说，整个这个动1500，那包含柯志恩委员，包含蒋乃馨，1800。好，1800了哈、那个，书面报告了哈，书面报告了。啊，那个可不可以跟委员报告哈？那个1000多万哈，其实中心村已经你自己去调嘛，你自行调啦，你调没有？你急？来，我再宣布一次，我再宣布一次啊！我们这个整个第三幕园区的业务推展，
减列200万，科目自行调整，动1800万，动的数额里面含吴思瑶委员、柯志恩委员、蒋乃馨委员、张廖万坚委员以及吴志扬委员他们的冻结额度，那你们调整。主席啊，269万，他资料到现在没给我啊。来，资料赶快送给。这个1000多万的资料到现在。资料赶快送给蒋乃馨委员。所以这个部分不能包括这1亿多嘛？你行政院的文告在哪里？不知道啊。你好了，等一下，他马上就补给你了，赶快补给柯。所以到底有没有嘛？到底有没有嘛？蒋委员呐、啊，你们早上给我的白纸黑字是讲没有，现在马上就说有，我就很奇怪，今天白天一天当中有吗？其实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是不是跟委员报告？我刚讲的是对的，因为刚才我再去确认过了，就是整个智慧机械这个计划是过了，但是我们这一笔计划是还在科技汇报审查。我们同仁有，因为这个计划是我们中科会整的，那南科可能比较没那么清楚了，所以科技汇报，哎，对，还在审查中了。这个，哎，这个我们也没有乱写，这个不能骗委员呐，是。所以主席啊，还在行政院啦。有啦，这是科技上不用送行政院同意的、啊，行政院同意的就同意了，怎么还要？你们自己内部怎么会搞不清楚嘞？没有，这是同仁。是行政院的资讯不要这样讲哦，会越讲越。对哦，这不是公建应该不用经过行政院同意，因为让我们列就可以了、啊。科技上不用。那这个是同仁已经这样写出来。你们已经在报在行政院，正在行政院审核当中嘛？你们谁帮我讲一下好不好？怎么还会搞不清楚？我都那么给您出了一个手，都给你自走炮。主席，那个各位委员，来说明报告哈。因为科技预算它变化的比较大，所以行政院没有核4年的计划，然后所以科技部他把刚刚计划送来的时候，行政院只核一整年的预算而已，所以他没有所谓的分年。以上说明。那他就不要讲说是106年到109年的连续型预算，对对，没错，也不要讲说总预算4亿5000多万，你就不应该讲啊，你就想你就是106年，你要编多少算多少啊？你赶快更正你的说明呐、啊，是不是以后让他们那个对那个修正？你书面资料赶快再补给蒋委员。不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如果确定是这样的话，行政院来函立法院更正，更正完以后就通知。那是不是让他们把预算书做修正？就是送行政院要送到立法院来啊。那个快，处长。对啊，预算书要修正。好，那他们，那你们预算书的这个修正的正式公文函送立法院。对啊，那这笔269跟刚刚的冻结那个事实不一样。269预算现在是冻结，等到行政院把刊物表送到这边来，他就动，可以吧？不要了，来跟我们刚刚就讲好那。他们这个送来的公文你送达，不是啊，我们刚刚就已经说你要求动1800万，我也说好了。不是，主席你们也听不懂我的意思嘛。这个上原则上就是你刊物表送到这边来以后，你预算就可以动支。现在才11月，12月1号，对不对？你在12月以前把刊物表送来你就 OK 了嘛。我们委员会也不要再审啊，也不要再委员会同意啊。这本来就是这样子嘛，你这刊物表送来以后，你就可以就用刊物表公文正式送交立法院，哈、哦，好，好，哎，可不可以拜托你们自己搞清楚一点好不好？来，所以，来，我再讲一次，第三幕园区业务推展。删减数200万，科目自行调整。刚刚的冻结数1800万，那含委员的提案要求冻结，请都并案在内。那刚刚蒋乃馨委员特别提到这个，刚刚那一笔数额是2000多万嘛？1亿1000多万吧。1亿1456万那一笔吗？对。1亿1456万5000元的那个预算科目，请尽速将刊物预算书的刊物表正式公文送交立法院教委会，使得动支。不，送到立法院就好了。
送到立法院啦、啊，就也是给我们教委会啊一样啊，就是要给立法院就对了啦。对啊。好，你们十二月底以前送过来嘛？好，预算就没有问题了嘛？预算表，时间完全看预算的刊物哦，哈，预算说明的刊物哦，哈，好，快要进速。总一千八百万起，没有指定项目。好，就刚刚各位的提案有动结束的并案了、啊，有都纳入了。内容都写上去。看他怎么解冻。书面啊，分别提出来啊，会分别提书面报告给各位委员啊，啊，对啊，不是的，还好来跟我们看一下，我们要同不同意还是继续动？好，那接下来来主决议有蒋乃馨委员跟吴志扬委员的主决议案，没有问题，两个都没问题，两个都没有问题啊、哦，好，那二八二及二八三都照样通过，好。来，南科税入的部分，税入我的是中外的。好，我的这是第一个，我的是税入的，这次只有我啦哈。那我想竹科、中科和南科，我在税入的部分都有提案，不过南科这部分我反而是简略哦，因为我觉得这个，啊，税。税入不能简列啊，税入那你不早一点制止我，害我用麦克风讲了，重来，那可以，你应该早一点制止我，而且他还同意耶，因为这样子他更容易啊，是啊，我也是这样想啊，当然同意啊，你们县委员不易啊，有一点啊，真的是，你看，害我脸都红了，真的是。没有，那苏巧慧委员这个案子啊，就照列了哈，照列了，照列了，照列了哈。好，来，再来。不减，照列了，税入，税入可以减了，但是有违常理的。来，接下来税出。来税出我们吴志扬委员的这个南科的国际实验中学啊，也是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好。来吴思瑶委员的这一案是通案，来出委会通案处理哈。来接下来一般行政哦，一般行政有三案，来张廖委员跟蒋乃馨委员。二来下。跟刚刚要都照列了哈。都约聘过了，都人事都照列了，都支持好。那一般行政都照列。来，接下来第三幕园区的业务推展。那个291案哈，我有意见了哈，就是你们投资推广其实给你们的钱还不少哈，可是那个保留数相当多，104年度哈，你们当然有说明了哈，所以我那时候认为说应该要给你们酌减。减列1000万做一个警告啦，就是说你们那个保留数实在是太高，高达60%，所以那个你们要不要再说明一下为什么会延后啊？谢谢委员的提案哈，这个特别跟委员报告，因为这个是研发奖助补助的部分，投资推广。那么跟厂商在合作的部分呢，是希望说他跟学校，然后呢共同合作。但是呢，我们从抠案一直到经过委员的审查，然后呢定案以后呢，大概是1年的执行期间，所以那个案子呢一定不能在12月底完成。那我们会有第二期、第三期的款呢，会在隔年做保留，然后呢隔年去执行啦。这大概是三个园区同样的一个共同的状况，所以这个不是执行不力，是因为必须要做保留，然后让它有1年的执行研究时间，那这样子的那个技术的研发会比较成熟，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说明，是，对对对对，所以特别跟，好了，等一下预算数再来处理，看要删多少了哈，来蒋乃馨委员，好，我想请教一下中科跟南科哈。到底哪一个是你们哪一个是在主办的？就是我刚刚讲的，南部那个智慧，那个推动中南部智慧机械及航太产业升级计划，到底是中科还是南科？在中科，中科主办，因为我们呢大概有3000多万分配到我们那边去，那它总金额是那你的预算编列方式跟中科的预算编列方式怎么不一样呢？哎，你们比较聪明啊，你们写连续型预算呢、啊？中科就写连续性预算要报行政院，他没想啊，这到底是怎么样？南科比较不诚实啊。
这个对，是你害中哥还是中哥害你？你到底有没有讲清楚？跟委员报告，这个确实是四年计划，但是因为根据科技预算的提报制度，它就是要提四年的中程纲要计划。南科管理局，南科副局长，对，那不叫连续型。那应该这个给你南科去办，不要给中科办呢、啊。南科其实也有智慧医材，不然的话就你，不然的话你，不然的话就是中科比较老实，你们比较取巧。不是。他是一次要提四年，要揭露四年未来想要做什么，但是他只核第一年的，是。同样的东西，两个分析方式就是不一样的。对了，就宣传。这是我刚刚讲的嘛。第一个是用当年度的经费算。来，吴思耀委员，好。我是296案劳动检查的经费，你们有清楚的说明。我原本认为南科看起来劳动检查不高，后来你们说明告诉我说，竹科是以加项次来计算，南科是以加次，所以会有这个落差。好，问题来了，你们不能统一吗？针对所有的科学园区的劳动检查，因为我们未来省预算都会做这样子的比较，对不对？竹科、南科大家来比，有的是以项违规的项次来统计，有的是以加次来统计。我觉得比较好的是项次来，然后才会有你们的财阀比例嘛，是不是？以后各个科学园区都用同样的指标来处理劳动检查，好不好？部长交代一下，这做得到，好，才不会造成我们数字的解读的误导。好，那预算我没有意见，但我做这个提醒，每一个园区拜托都一样，用加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才的统计的那个还是项次，好不好？违规项次，好，没问题，很好。好，来那个柯政委员。哦，我讲一下，我是295哦，看一下，我还是因为真的是学校出来哈，我真的还是会对于你们所提出来这些所谓的整个的细节，还有你们的这个成果的分析，还是比较在乎了。那你看你们这个预算书当中预期成果，你们真的只有简单的提到，你知道吗？提到说计划完成之后呢，这个精密机械产值会增加10%，然后到300亿，引进智慧绿色厂商4家以上，投资金额3亿，并促成产学八八十二亿以上。那到底这个具体的成果，还有整个细节步骤这个部分呢，我都没有看到。我需要做这个完整的说明。对不起，以后我都不用重复讲同样的话，请告诉我你们整个的规划、整个的细项，否则我就是做用动的方式了，就是这样子。好，来说明清楚。好，是谢谢委员的指教哈。这个实际上呢，我们跟中科是共同提这个案。那我们在我们那边呢，最主要是。哎，对对对，是。OK， 好。来，好。那我们是不是我是不是请求各位委员同意哈？本来我们刚刚是宣告到5:30，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南科跟我们的主决议都处理掉，再行结束会议，好不好？好。连副本部的嘛，对不对？就审完了吗？连副本没有那个，还有科发基金那个，我们下次再排时间哈，另外排时间哈。那还有一个行政法人的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哦。他的案子，他的预算，事实上我们刚刚都有审过了，只是说要再宣读，等一下我们看时间了，好不好？好，来，那这个向下，刚刚柯志恩委员发言完之后，我们南科就直接做处理了，好不好？好，那大家建议呢？好，那张亮委员说，减列200万科目自行调整。冻结来冻，哈？比例上不要了，200啊，你冻多一点。250，好了，250。听奶光的。好，250减列250科目自行调整。好，那就不要动了啦。是我们当时中科的同样的标准，也是南科的同样的标准，因为我怎么知道他们到时候报告写到底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啊。那动个。
那动十分之一书面报告。好，减列250万科目自行调整，其余冻结1/10书面报告。好，有一个主决议，蒋磊。好，提案的删减数哦，还有冻结数，请都纳入刚刚的宣告哦。来，主决议，蒋磊新委员的这个案子。300没有问题。好，300。主决议第300案没有问题，好，照案通过。来，我们科技部的主决议哦，因为呢，我们科技部哦，应该有跟各位委员说明了，我们是不是我来处理哦。来，168案有没有意见？没有哈。好，168案照案通过。来，169案。169案的最后一行哈，故特要求科技部与那个中间要会同科技汇报办公室。好，有没有跟中委员沟通过？有哈。有好，那我们就照文字修正通过。那接着170案照案通过。哎。好，那171案。171案最后一行哈，我们立法院提出书面报告。可以，好，苏乔慧委员同意。三个月啊、嗯、可以吗？可以哈，那就照文字修正通过，于3个月内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来，172、173都照案通过。书面修正通过。来，174也是改书面。书面对。可以吗？乔慧委员，你到底是有弄些功夫不？好，174照文字修正通过。来，175到189通过，通通照案通过。好，来190。通过不是你，照案通过，我喊你讲，遵照办理，抱歉。来190案，三个月书面，190，来我的案，也是那个最后第三行，原要求科技部会同科技汇报办公室以3个月，好。那就照文字修正通过。来，再来是191至211案。OK， 都照案通过。好，拿212。212也是最后第二行那个一个月，我们希望改3个月。好，那就照文字修正通过，改3个月。来，213。213也是最后一个月，我们希望改成3个月。213也是照文字修正通过，改3个月。主席，对不起啊，我202到207呢？202到207都要遵照办理啦。遵照办理，谢谢。我们照案通过，他遵照办理。谢谢。好，来214到217也照案通过。好，遵照办理。来218。218的最后第二行也是2个月，我们希望改成3个月，评估报告改成书面报告。好，好，那我们就照文字修正通过。来，219跟220也都照案通过。遵照办理。好，来221。21我们也是希望说改成3个月哈。3个月书面，对啊，3个月书面，对啊，是书面啊。3个月。好，那我们就照文字修正通过，改3个月哈，书面报告。来，222。222也是3个月，最后一行。222也是改3个月，书面送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好。223到225。照案通过，遵照办理，遵照办理，那就照案通过。好，抱歉，那报告委员会哦，那我们这个主决议就这样子处理哦。你说哪一个？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这个具体整合时程，这是不是可以拿掉？这是我放在评估报告里面。这是二二一吗？对，你有没有跟？来来来，你来来你来来来，还有什么意见来？二二一是怎样？他跟你商量一下。这个是不是我们能够不放弃去掉，不要时程的？就是评估报告里面整个这样就是比较好，赶快一出来，这不一样。啊，你尽量在评估报告里面把可能的时程列进去，好不好？在那边加书面报告就好了。可以了，上课了。是，我要思考一下啦。就是把你的啊，有什么不一样啊？为什么有什么不一样？告诉我一下，我就觉得具体是再给资深姐看一下，再给资深姐看一下。这个好像不一样啊，这个是你们标错了。你们，那我们这才是翻到白本了，那就没问题了哈。对啊，我们觉得莫名其妙，然后就那么简单的事情，没有问题。来，我们最后一个，对不起啊，我要再宣告一下哈，我们还有一个主决议，就是在刚刚的有一个预算审查了，我们蒋乃金委员、柯志恩委员、吴志扬委员提出啊，我念一下，为符合预算法之规定，科技部及所属单位新兴计划未经行政院核定计划前，不得编列预算送交立法院审议。对，今天礼拜四要去上任。好，好，那我们这样写法应该是正面的写法吧？应交行政院审议核定后，再送立法院。因为颁布了，我一定要这个。文字可以修了哈。这个应该是正面的写法，应该是你们会提议，我们加大一下。来来，再修一下，再修一下，没关系，还有两分钟。来个报告，学校报告。为符合预算法之规定，科技部及所属单位新兴计划应经行政院核定计划后，再编列预算送立法院审议，要正面表列啦。什么？来，再学一下，写一下，再写一下。来来来，来来来，我立夏姐，立夏姐，立夏姐。我可以来应征议事人员吗？有啊。那个新兴计划。像科技计划、新兴计划也不用报行政院了。你需要行政院核定的东西吗？啊？你要行政院核定的东西，你但是行政院送过来就是核定的意思啊。我的科技计划，不是。假如公共建设，当然要经过那个。他同意写，为符合预算法的规定。所以如果依照预算法的规定，不需要的就不用。OK 了 ，OK 了，所以行政院要自己写。OK 了，就是这样。这其实是 A B C 而已啊。律师看一下，律师。好，律师看一下。这只是提醒你们要按照预算法规定去处理。OK， 一三分。就是这样子，有没有超过预算法？不。啥？应经行政计划，使得编列好。议事人员，来再宣读一次，来，我再宣读一次啊，来，对不起啊。我们刚刚在审查预算有一个主决议为符合预算法之规定，科技部及所属单位新兴计划应经行政院核定计划，使得编列预算送立法院审议。提案人蒋乃馨、柯志恩、吴志扬，还有吴思瑶，我们本委员会的委员通通加入联署。预算法要的才要，预算法不要。对了，就预算法不需要的就不用。前面有压预算法，对，因为有预算法，还有预算法，不是每个新增预算都是依照预算法处理的。所以你只要符合，我还会再排来。要送的就要送。来，那各位委员，对不起，还有一件事哈，在这个今天会议结束之前哦，我们这个行政法人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的预算哦，来各位，有这个事啊。那刚刚事实上预算的审查我们已经有审查过了，只是他现在是独立的行政法人，有独立的预算书，所以我们必须要宣读，征求各位委员同意，是不是如刚刚的预算审查？一样，照案通过，好不好？好，如刚刚的预算审查，照案通过。审查过了是吧？审查过了啦，只是因为他现在是行政法人，独立一个预算书啦。好了，那两个主决议应该也没有。遵照案通过，好。那我们现在呢？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那个基金，来来来。来
基金那个非营业基金哈，我们第六目的部分呢哈，总共423亿多，这一个部分我们下次再另行排议程处理，好不好？1个小时就结束了。来，我们今天的审查结果，免予宣读授权议事人员整理作为决议列入记录。106年度行政法人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预算已审查完竣，是否需交由党团协商？不用了啦哈，谢谢，就不用。那关于今天的议程，做如下的决议。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科技部及所属单位预算案，已部分审查完竣，未及审查部分，另定期继续审查。那行政法人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预算案全部审查完竣。多年，你看一个长官在，要不要送交啦？你们两个艺术跟那个不需送交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何召集委员心存补充说明。那钱太很少，对于委员质询要求提供的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于2周内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但委员另行指定期限者，从其指定。报告委员会，今天议程处理完毕，现在散会，谢谢各位。有几个是第一年的，他第二年。好累，赵伟辛苦了，好好谢谢赵伟啊，赵伟帮你们拼成这样，谢谢。我说不填106案哦，做对你们科技不好很多哦。教育部说进教育部还要来这边奋斗的，我们谢谢，我跟你写了很多，我们不能说是。我通过了，你们要谢谢蒋委员啦、啊、对不对？要谢谢赵委了，对，拨乱反正啊，乃公是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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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宝贝啊，宝贝宝贝，形式上宝贝，他那个拨乱反正，拨乱反正，你们还要吵，到时候再来爬一次，好，这样说起来我们时间应该都够了，够了。哎，他们你们今天说要到1月20号啊？你面子有了，他们你。哎，张亮，你们说你们今天要整个大会要到1月20号？不要到1月20号了，我想写1月20号。啊，我拍面啊，阿桂姐你这么凶，不要了。我本来以为1月中就要结束了。先准。12月12号礼拜一，礼拜嘛，下礼拜一。